各位好，欢迎来到 Linux 核心设计还有 Linux 核心实作课程。在我们这次的讲座，我们将探讨第一周的作业。就如课程介绍所提到的，其实写作业呢才是本课程的主体。那我们对作业这件事呢是相当重视的。你可以设想就是说呢，我们每周都有固定的进度，都有对应的进度。那这些进度背后呢，你要怎么知道你自己学了多少？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所以也因此呢，我们每周都会安排对应的随堂测验。此外呢，我们会依据随堂测验还有当周的进度去设计相关的练习题。好，那我们在第一周的练习题来讲话呢，就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你随堂测验的题目。那这个题目会包含说原本的题目。就是比方说像第一周你从这个课程进度可以发现，我们对这个 linked list 非常重视。好，所以显然第一周呢题目就是围绕在 linked list。 好，此外我们会在针对这个 linked list， 我们会再设计延伸的题目。那这个延伸题目呢，就是像这个你可以从过往的题目来看。好，那显然呢这些题目呢必须要在2月15日还有2月17日才会知道。好，就是因为我们有两门课。好，那两门课有独立的测验题。好，那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关于测验题。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共通的作业。好，比方说这个 Lab Zero 就是我们共通的作业。好，我们来看这个 Lab Zero。 那我们所有的这个作业呢都有一个类似的风格。好，就是你会看到它上面会标一个编号，比方说这个标 K。 好，那你会好奇前面有没有接，有。好，那更早之前就是有像这个 ABCD 这样的。好，但就是因为对我来讲，我们就是要了解开课的就是开课来讲我要调整这个教材。好，那我们跟很多课不同的地方是，我们的教材呢不只是每年编修以外，我们其实是每个月我们都调整。好，那这样的话其实说真的其实真的还蛮累的，因为就是每个月都要调整教材。不过感谢各位同学还有网友们的帮忙，所以其实这件事虽然很累，但是其实是做得来的。好，那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这个 LabZero 这个作业呢其实已经改版很多次，从这个 ABCD 改版到现在，这是 K 版。好，然后顺便提一下就是说呢，我们有这个讨论区。那这个讨论区呢是我跟学员们互动，那我强烈建议呢你就是加入这个讨论区。好，那加入讨论区之后呢，你可以得到一些相关资讯。此外呢因为现在已经有1000多人了，1000多人在这个讨论区了，那应该能够回复你问题的人应该是可以越来越多。好，那所以比方说像更早之前就已经有同学在看到共笔的内容，然后就提出相关的疑惑。比方说他看到这个 Linux 的 list sort， 就针对 Linux 里面的 link list 进行排序，那在好奇说，哎，这个程式码会怎么样设计。好，那就欢迎大家就是善用这个讨论区。那当然你还是可以发讯息到我的粉丝专页，只是说我会希望说技术就是公开可以讨论技术，就是尽可能用这个讨论区。那如果说你自己有这个必要的安排，必要安排一般来说就是比方说你想要找我写推荐信啊，你要请我帮你介绍自己到科技公司的主管啊，或者是你有其他对于分数方面的这种疑虑啊，就是很个人的议题啊，那就善用这个 Facebook 粉丝专页。那如果说呢你发现我回复太慢的话怎么办呢？你就多回复几次啊。其实我要回复的人还真的蛮多的啊，就是但是我还是尽可能去跟同学们互动。好，然后呢在这个 Lab Zero 里面呢，你刚才从名字可以猜出来，那其实这是我们依据这几年的教学经验，我们去设计能够强化学员在从零开始去掌握 Linux 核心，去掌握系统程式开发必要的技能还有素养。好，那所以呢这边来讲话呢我们一起目标就是希望你可以对 C 语言有更好的掌握。那当然这句话讲起来好像很不着边际，对吧？就是你要怎么知道你自己 C 语言程式设计有问题？很多时候不是说读的书多不多，问题在哪里？问题在说你知道 C 语言可以拿来做什么事，你在开发 C 语言程式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更进阶的思维，
你有没有知道说自己还可以再怎么强化？好，那所以你看到说我们有个讲座呢，叫做你数不到西元，然后呢，其实就是来让你深度学习西元啊，就是我发现加了这个深度学习之后呢，这个笔记呢被浏览的人次呢就变多了哈。你看现在来讲话已经有将近26万人的浏览哈，就是加这个关键字还蛮好用的哈。好，不过这个跟 Deep Learning 没有什么直接相关的哈。那当然，显然我们还是可以用西元的程式来开发 Deep Learning 的引擎啊，这是可以做，而且在 GitHub 上已经有好几套了哈。好，然后呢，就像这个标题写的啊，你锁不到西元啊，所以我们不是来教你西元的语法跟背景知识。但如果说呢，你还是很怀疑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知识的话呢，你可以来研究这个李博士的这个入门哈，西元入门，这个做得非常好啊。好，然后所以在这个讲座呢，其实就是说呢，引导你诚实面对自己。我们是找了好几个主题，让你呢从这些题材里面呢去探索你自己对西元的这个认知状况啊。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你可以看到说我们有探讨指标啦、函数呼叫、递回呼叫、记忆管理啊、编译器还有这些一些相关议题啊。那这个后面有标时间就表示它有在就是持续更新的部分啊。好，然后我们这次呢探讨西元的话呢，就是从像 linked list。啊，还有相关的像什么指标操作哈，这过去呢，我想你已经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往往你的问题是在不知道怎么活用。那此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比较特别议题，好，比方说在西元里面呢，怎么去处理没有固定数量啊？什么东西是没有固定数量的？比方说你平常用的这个 printf 啊 ，printf 很好玩哈，它至少要一个参数，但是你说给它两个参数可不可以？可以啊，三个、四个啊，对，就所以就像这样的话，你就需要一个很特别机制，好，比方说这个机制叫做 std。ARG 啊，那这个就是 standard argument 的意思。好，那这个呢，一样啊，也是我们希望可以让你可以知道它是怎么去运用的。再来呢，帮你说这个 signal 这个东西呢，对很多就算常常在开发西元程式的人，其实很容易忽略哈。那但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signal 它是货真价实的西元标准函数库的一员啊。注意到啊，它就是你第一次看到 signal， 也许是在作业系统。甚至是撰写跟 Linux 有关的书籍上面看到的。不过 Signal 其实是分两个，一个是呢西元规范的，另外一个东西是作业系统的界面，它都叫 Signal 啊。所以这个其实很容易，其实非常多人容易混淆的。好，我再说一次啊，西元标准函数库呢，从这个 C90 以后呢，其实就有专门在处置这样的一个机制哈，就是这样一个 Signal 的机制。那这个机制呢，可以让我们做到跟作业系统底层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这个互动。那你可以去思考哈，像你说像你在撰写程式的时候，应该都会遇到一些问题，比方说除以零。除以零来讲话呢，我们今天不讲数学上意义，但是我们讲工程上意义哈。比方说零除以零，或是一除以零，这其实呢，这会触发什么呢？它会触发 exception 啊，就是一个例外的处理。好，那问题来，触发 exception 的时候呢，我能不能在这样的一个 exception 触发的时候，我能不能及早去捕捉相关的讯息？我捕捉相关的这个讯息之后呢，我可以做对应的处置。好，所以这时候很有趣啊，你平常在写西元的程式的时候呢，你往往是这个循序渐进的，对吧？比如 A 这个函数呼叫 B 呢呼叫 C， 好，那返回的时候呢，从 C 返回到 B， 然后在 B 再返回到 A， 对吧？这是在这个函数呼叫，而且呢，在我们过去呢有一个讲座呢，一样是你锁不到西元，我们就有一个讲座的，就是说函数呼叫篇啊，这个东西听起来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啊，但是往往呢，就像刚刚提到，我们会有例外处理的需求，所以呢，这时候呢就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呢，我们会遇到像这个 seek kill 啊，跟 seek stop 啊，好，那像你平常呢可能会看过一个有个命令啊，这个命令很好玩，就叫 kill 啊。但是注意到 kill 这个命令呢，它的说明呢，其实它不是 kill something 啊，它不是把某个东西杀掉，不是啊。你注意到它的命令名称呢叫做 kill 啊，但是呢有趣的地方是呢，它的作用是什么 ？Send a signal to a process 啊。其实这边讲的这边的 kill 跟这边西元讲的这个 signal 其实呢就是一样的事情啊。好，然后呢，所以你要注意到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像我们刚才提到那个例子啊，例如我要除以零。好，我遇到这个除数很可能是零的状况，好，那我就要有一个对应的处置。比方说呢，因为我不可能确保说随时随地都会去检查，好，这是在实务上是有困难的。比方说有一段输入，它可能就是一个数值，这个数值呢
很可能就是当然你要去检查备储数，就是最好状况下你可以去检查备储数，但是呢在某些状况下呢你是不允许去检查这个备储数的，因为这些内部的处理往往可能是另外别人写的程式啊，或者说呢你有原始程式嘛，但是你不知道它在哪里，但是呢我就可以利用这个 signal， 我可以去捕捉这个 signal， 比方说处理这样的一个什么 exception， 我一旦可以捕捉之后呢我就可以来做对应的操作。那另外一个是说呢，像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你可以按下 Ctrl C，按照 Ctrl C 的时候，比方说像我画面中这个地方，我按下 Ctrl C， 哎，那发生什么事呢？哎，好玩哦，看到我按下 Ctrl C 的时候，其实呢，在这个程式呢是没有办法的吧，没办法直接离开的啊、哦，我必须按 Q 才可以啊、哦。但是如果说你按看这个 htop， 我按下 Ctrl C 的时候呢，哎，我可以离开。哦，所以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在我目前画面中这个程式，我按下 Ctrl C， 好、哦，注意到我按下 Ctrl C， 那其实我还是在原本的画面，但是呢，在 htop。哦、然后按下 Ctrl C 的时候我离开，诶，那这件事呢你隐约就发现说呢其实应该有一些什么，有一些特别机制存在、哦、的确这些呢比方说像这个 stop 或者 kill， 这些都是特定的 signal， 这些 signal 呢都是来传递、哦、传递这个像 Ctrl C 啦或是类似这种操作、哦、好，那所以呢特别注意到的地方是呢 signal 本身让我们有个很有趣的机制，它让我们有办法去处理非同步的，以前呢像我们讲 function call它必定是同步的，对吧？有去有回，那我就会区分一个叫做呼叫端，就是所谓的 caller， 一个是被呼叫端。所以呼叫端跟被呼叫端，好，它的这个行为在函数呼叫的观点来讲，它必定是同步的。但是有趣的地方是 ，signal 让我们有机会做到非同步的啊。那这边呢，请你有对应的概念啊。然后当然最好的地方是去查阅相关这个 C 语，相关的这个作业系统的这个教科书啊，其实多半教科书都有包含这个 signal 的这个描述啊。如果你发现你的作业系统的教科书没有认真的探讨 signal， 那种书可以丢掉了哈、啊。例如恐龙书啊，不，恐龙书也不是没有探讨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写的很少，语言不详，莫名其妙啊。好，拉回来，所以呢，注意到啊，这边讲这个 signal 啊，其实它是分两层面的，一个是 C 语言标规格书它就有去定义的 signal 啊，那另外一个是呢。作为系统呼叫啊、哦，所以你看到、哦、像这个东西你看到标题啊、哦，它说什么 NCC Signal Handling 啊、哦，所以注意到啊、哦，这边就跟讲说这个是 C 语言的规范啊、哦，那 C 语言的规范来讲的话，你看从 C89 C99 啊、哦，然后到 PASIS 啊、哦，就是PASIS 的规范就是有很多也是从那个 C 语言去扩充的啊、哦，那这边呢，这边写的是什么？这个就是从 C 语言规格书去规范的啊、哦，它可以让你做到像刚提到的这种非同步的这个处理啊。哦，那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这里啊、哦，这边就其实第一段就讲的很有趣啊、哦。虽然 signal 是 C 语言规格书C 语言标准的一部分啊、哦，但是事实上呢，在这个作业系统很可能会给它不同的语义啊、哦，我们称为叫 semantics， 就是有不同的这个行为啊、哦。所以呢，它直接跟你讲什么呢？请你改用 seek action、哦、我们来看 seek action。seek action 呢，你可以看到说的，首先呢，它是在 Linux 的这个 Progress Menu 啊、哦，然后这个东西呢，你如果去看它的这个标准的相容啊、哦，就是这边呢讲话呢，它的这个它会有一个东西叫 Conforming to 啊、哦，在这里啊、哦，那 Conforming to 呢就跟你讲什么呢？它是 PASIS 2001、2008啊、哦，还有这个 System 5啊、哦，注意到啊，这不能念 SV 啊、哦，不能念啊、哦，不能 S 念 SV， 你要念 System。5好，那个 V 表示 5表示5的意思好，然后那个 R 呢表示 release 好，所以正确这个后面这个东西正确念法叫做 system 5 release 4好，所以就是说Unix 的系统第五版好，就是改版或那个系统的改版第五版好，然后呢它的发布好，第四次发布好，然后但是有趣的地方是好，你说会不会有 system 6 system 7，对不起，没有好，因为这是一个我们之后会跟大家聊到一些历史故事好，然后总之呢这个东西呢是一个什么，这个部分就是跟作业系统有高度相关的好，那 Linux 呢就依据 System 5依据 PASIS 这些相关的规范扩充了一堆 signal 好，所以看到底下这个 signal 呢，虽然你没有把这个内容看完好，不过你可以发现就是说呢这边这种 SIG 相关的好，而且讲明白一点就是这一个页面对不对、哦、这个 main page 的页面显然的嘛比刚才那个 signal 的页面多太多了、哦、所以注意到这个 seek action 是所谓作业系统的界面，也就是系统呼叫。那反过来说呢，刚才看到那个 signal、哦、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是 C 语言规格的。那 C 语言规格你也知道，就是 C 语言最初开发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开发作业系统、哦、所以为了能够让
这么多不同的作业系统，尤其是 Unix 以及 Unix 衍生的作业系统之间呢可以互通。所以西元在做标准化的时候呢，包含说那些标准函数库，它就尽可能做到一定的这个相容、哦、那所以呢其实西元规范来讲的话其实是比较小的一环、哦、那 POSIX 呢是围绕在什么，在西元更外层的。好，那不管是西元标准的标准函数库的 signal， 还是由作业系统像 Linux 或是BSD Solaris 这些作业系统所提供的这个扩充的界面、哦、本质上呢它都可以让你做到非同步、哦、当然你要做同步也可以、哦、就是这些讯号处理。那这件事其实是蛮重要的，对于我们这个作业来讲话的关键地方在哪里、哦、让各位去思考、哦、比方说我今天要撰写一个可以自动评分的程式、哦、你要知道就是撰写自动评分的程式呢它可大可小。简单说呢，你可以去检查特定的输入还有特定的输出，那你去比对说我这样的输出跟这样的这样的输入跟特定的输出是否跟你预期的东西一致。如果一致的话呢，我就认为是通过、哦、你可以做成这样。但是呢在我们这一次的作业显然我们做的东西比刚刚讲的东西更多了、哦、我们甚至可以去分析一个程式执行的时间。那分析一个程式执行的时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每一个程式它都可以在单位都可以在一个可预测范围内结束、哦、你可能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呢输入资料是100笔的时候它可能 0.1 秒就完成了，但是当我输入资料是100万笔的时候呢可能就需要好几天，甚至它就不会结束了，因为它程式的缺陷陷入无穷回圈。所以遇到这样的程式的话，我们的自动测试自动评分的系统该怎么办呢？我们肯定呢是需要别的机制，比方说我要去能够去计时。可是有趣的地方是什么？你的程式已经在执行了对吧、哦、当使用者提交一个程式它已经在执行了，那过程中呢你要设定就说哎，我要有一个机制，这个机制呢是时间到的时候呢超过我设定的这个时间规范啊，我就该这样就该让这个使用者提交程式停下来啊，甚至呢如果他触发一些不该触发的事情啊，例如说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初域零啊或是类似的 exception， 我甚至怎样我可以事先捕捉下来，捕捉出之后呢我把它记录下来啊，说这个程式呢在执行过程中触发了这些不该触发的操作。那所以你看哦，为了要做到这件事呢其实一样它不是简单的事情啊。那说我们可以看到说呢我们在系统来讲话呢按错。像我们在系统来讲话呢我就可以设计一个像这个 alarm 啊，就是说我可以设计一个就相当于设计一个闹钟啊，那一样呢它也会触发 signal 啊。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强调这个东西是个非同步的，同步的东西是有去有回。那非同步的东西呢往往是 send and forget 啊，我传递一个 signal， 我从 A 传到 B。然后呢我传过去就是我不用我从 A 传到 B， 那 A 本身呢是不需要傻傻去等啊，等到说 B 给你回应不用啊。那同理呢B 他可能原本就做自己的事情，比方说他就做执行某个演算法，诶但是呢他收到一个 signal， 比方说什么哦你超时了啊。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个 sig alarm 其实就是一个很有效的机制，可以让什么让你去做出超时的侦测。否则呢过去呢如果没有这个机制的话，你可能会花很多力气在想说我怎么透过很多执行序啦或者说我透过一些很复杂的程式去监控另外一个程式，有别人可能说我今天执行程式的时候呢我可能一开始要启动两个执行序或是两个行程然后呢相互监看它的输出。其实呢你大可不用那么复杂而且呢你就算建立额外一个执行序你可能还会有新的问题比方说呢你就遇到除以零的什么除以零的例外。那遇到处理连例外的时候呢你很可能两个执行序都因为这件事卡住了，会不会发生？有可能啊、哦。那反过说呢如果你适当去使用这个 signal， 这会很有帮助啊、哦。好，那当然我们后续的课程呢还会再认真的探讨这个部分啊、哦。这边呢最主要是让你去体验。体验什么呢？就是你能不能阅读手册，阅读这些第一手的材料啊、哦、就是这种官方的材料，然后呢从中可以自己探索啊、哦。我们在这门课很要求自学啊、哦。好再来呢是那个 CJump 跟 LongJump 啊 ，CJump 跟 LongJump 很有意思啊，就是 CJump， 你从名字猜得出来啊，它跟那个跳跃很像啊，那你说这是跟 Go To 什么差别呢 ？Go To 最大的用途是什么？是在同一个方群里面，可以方群跳到前面啊，可以跳到方群的尾端啊，但是不管怎样，不管你怎么跳跃，它都必须在方群内部啊。那如果说呢，你想要跳跃范围是跨越方群的，这是一个
很困难问题、哦、那 你需要去参考这个你所不到西元韩式呼叫篇、哦、跨越韩式之间的跨越这些coding convention 要做到韩式间的那个内容的跳跃呢，其实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哦。但是呢，西元标准函数库呢，提供你一个机制，比方说这个机制叫 stay jump 跟 don't jump 啊、哦，就是它简单想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先把某一个位置存下来，那我就可以把这个位置的这个比方说 prompt counter 啊，或是相关的这个资讯，我存在堆叠某个地方啊，就想我把这个资讯记录在机体某个地方。那一旦呢，我决定呢跳到某一段位置。啊、哦，跳到某个函数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用 long jump 啊、哦，然后我去查，哎，刚才存那种，我把它还原回去啊、哦。那这个东西呢很有意思哦，我们可以用 stay jump 跟 long jump， 事实上我就可以做出多功啊。怎么做出多功呢？你就想让我原本有两个 function， 原本这个 function 呢，我的操作必须是同步的，对吧？比如说 A 呼叫 B， 那 A 呼叫 B，A 就必须等到 B 返回。才能够继续执行，对吧？啊，这叫同步。但是呢，如果说呢，我用这个 stay jump 跟 long jump 啊，你可以做什么事呢？你可以在两个方向之间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哎，乍看之下呢，就做到交错的效果。那如果它交错呢频繁一点的话呢，就可以做出什么？哎，它就可以做出多功啊。当然，一个正确说法是多功的假象啊，就是说 CPU 还是一个，你也没有特别去建立什么执行序。但是呢，你在不需要建立执行序的前提下，在同一个 CPU 上可以让两个工作。其实可以交错啊、哦。事实上呢，这种技巧呢是非常多的啊、哦。你就想到以前那个红白机啊、哦，怕有同学太年轻，不知道什么叫红白机，所以找一次你看红白机。在上个世纪呢，其实有一大堆游戏都有这种需求。你看哦，那个年代呢，比方说在1980年代呢，有非常多的游戏主机啊、哦，像这个任天堂就做了一大堆这种游戏主机啊、哦。那你知道为什么它叫红白机的吧？啊、哦，因为它出货的时候呢，就是红色白色啊、哦。然后呢，这上面呢有一大堆游戏啊、哦、比方说这个。我最喜欢的马里奥，好，这个马里奥呢，其实想想这个东西很难哦。这个东西难在哪里？难在呢，你要知道那个年代，不是这个东西啊，我们再等一下。那个年代 CPU 呢是非常弱的啊、哦，比方说这个马里奥来讲呢，他用的 CPU 呢很弱啊，哦、就是显然他只有单一 CPU 啊、哦。但是呢，你看哦，画面更新的时候呢，你认真看啊、哦。画面更新的时候，这个马里奥它会前进，对吧？啊、哦，然后上面分数会动啊、哦，上面时间呢也会跟着跳。好、哦，来体验看看哦。你看哦，啊，我们看慢一点啊、哦。但自己想想，这是很神奇的、哦。你不要觉得说玩游戏是一个自然不过的事情哦，这就是很神奇啊、哦。你看哦，这是马里奥啊，那是这是坏蛋啊、哦，我也不知道什么坏蛋啊、哦。好，然后你看哦，你注意看上面跟下面。所以看到、哦、马里奥跟这个坏蛋呢，其实两个都在什么？都在移动啊、哦，甚至过一段时间蘑菇还自己冒出来。所以你看到我同个时间其实只有一个 CPU 啊、哦，而且跟你讲更酷的像什么？马里奥的游戏里面的根本没有作业系统，根本没有什么执行序，没有，它从头到尾就是一组组合元的程式码，但是它可以做到画面更新呢，可以分好几个部分。马里奥可以更新，对不对？你显然可以用这个上下左右，还有这个摇杆去控制什么？控制这个马里奥的移动方向，然后这个坏蛋呢，它会有依循特定的这个方式去移动，对吧？啊、哦，它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模式，啊、哦，然后呢，再是这些宝物啦，或者这些东西呢，要什么？要它也会有自己更新啊、哦，那上面这个更新，然后甚至这个卷轴啊、哦，也会跟着去变动啊、哦，所以看到想想这件事情很神奇，就是你看这卷轴在移动的，对吧？啊、哦，然后呢，这个背景在卷动。前景呢，在什么，在更新啊、哦？你看我们这么慢的过程中，你已经发现什么？已经跑出很多东西了，对不对？那个蘑菇，对不对？那你知道吃了蘑菇会变大啊、哦？像我女儿就很喜欢玩那个马里奥，好、哦，我为了我女儿还特别弄一个，特别改了一个那个任天堂的那个模拟器给她玩哈、哦。好，那你回来这个状况哈、哦，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啊，认真想的，它这个东西呢，它有一定的难度啊、哦。这个难度就在哪里什么？这个难度呢，其实就是需要呢，你要有个机制。那没有作业系统的时候怎么办呢？啊、哦，那你就可以透过 stay jump 跟 long jump 这样的机制，在两个方向之间跳啊、哦，所以呢，就可以创造说，哎，比方说一个方向是什么更新分数的，另外一个动，一个是更新这个主角啊、哦，主角的那个画，主角的这个方向啊、哦，还有它的什么体型啊、姿态这种啊、哦。好，那所以呢，注意到我们在这个作业来讲的话呢，你就会接触到 stay jump long jump 啊、哦，那大概你猜出来，在我们后续的作业。会跟这个东西有关。好，我后续的作业呢，就会要求你透过 stay jump long jump 去做出多功的效果。就是呢，你不需要建立执行序，也不允许去执行序，
不允许用 Zation 所提供的程序，但是你依旧可以建立一套机制。这个机制呢，可以让你在单核处理器上面创造出交错啊。那这个东西呢，其实非常非常关键啊，因为我们所谓多工，往往就是建构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啊。当然，随着现在硬体的这个能力的提升呢，我们的多工其实可以做得更彻底啊。比方说，我们有多核处理器，然后呢，甚至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机制啊，可以让你这个让这个程式在多核处理器上的执行可以更有效率啊。那当然，这些都是一个进阶议题，但是不管怎样呢，stay jump long jump 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制，让你可以去控制。我该移动到哪里去？移动到哪一个地址？我可以跨越方群之间做这个跳跃。好，那讲到这里的话呢，我想各位已经很清楚啊，其实你需要呢很强大的这个自学能力啊。那当然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安排课程嘛，就是不是每个同学都可以很轻松的、很有纪律的自我学习，对吧？所以我们会透过课程去引导大家，然后呢会透过实量测验。透过这些作业去让大家可以追踪，可以自我去评量啊，这些内容都是自我评量的一环啊。那就像在课程介绍提到的，我们有 50% 的分数是让学员自己打分数的啊。我敢写就敢做啊，所以再讲一次，请你不要跟我讲什么公不公平这些事啊。你学到东西是最重要的。你如果凡事都只是跟隔壁的同学比，那我跟你讲啊，你的程度你就被限制在你现在所处的天花板上。好，反过来说呢，你在学习，你永远就是这样往前看，永远就是想说呢，我还可以怎么更好啊？我做东西出来给全世界更多人看，给更多人指教啊，我跟更多人去讨论啊。那这样的话呢，你的进步速度快啊，而且你才有办法看到真正属于你自己的舞台。好，那这个过程中呢，你也会发现说呢，这个开发工具也非常之重要啊，所以我们为了这件事呢，特别准备一个讲座啊。这个讲座呢，也是有这些教材也是有对应的这个录影啊。像你看到之后，后面底下有打这个铃铛的啊，就是开启小铃铛啊，小铃铛就是请你先看啊，就是叫你看说，哎，这东西在干嘛啊？然后像这边来讲话呢，比方说你要去安，因为很多同学现在还是安装那个 Windows 的啊，所以我们就跟你讲怎么去安装啊。然后呢，甚至还有一些还有一些什么教学影片啊，然后我们这门课呢也会要求学员们都在 HackMD 啊，那在 HackMD 呢是我们台湾之光啊，我们台湾人当然要支持源自于台湾的这个开放原始码专案啊，我们这门课呢从2008年啊，一直用到现在啊，2008吗？2016年啊，我们2016年就开始用 HackMD 啊，然后所以当然说这门课的教材，这门课学员提交作业啊，其实就是让你用 HackMD， 那里面呢有非常多强大的东西啊，比方说你可以用那个 LaTeX 啊 ，LaTeX 去显示这个这种漂漂亮的排版，对吧 ？LaTeX 啊，然后呢你可以印出啊，比方说像这样的一个数学式，那我们这门课呢蛮多地方都用得到数学啊，其实你第一次作业就遇得到了啊，也许随堂测验也会看到啊。好，然后呢，再来是帮你说，HackMD 啊，那个 MD 是什么呢？就是 Markdown 啊，那也请你去对照这个相关的说明啊。然后除了这以外的话，会有这个 Git 操作啊，一样，这边呢也会有这个教学影片啊，请你慢慢看啊。然后我也帮大家整理好这个中文啊，中文的这个教学啊，然后这个怎么去使用的啊，再请你那个，请你花点时间看啊。那如果说呢，你终于发现有错误的地方呢，啊，那就路见不平啊，直接修改这些笔记啊。就像前面提到啊，准备这些教材啊，每个月都更新了，其实真的是蛮累的啊。但是我很感恩啊，有很多同学愿意跟我一起学习啊，然后都网友他用他下班的时间自己的空档啊，然后给这门课很多的回馈啊。好，然后呢，除了这个编辑器呢也很重要一环啊。那这边来讲话呢，你可以尝试用这个 VS Code 啊。那 VS Code 呢是真的是很棒的东西啊，就是它是 Microsoft 开发啊，然后它可以让你就是用一个你过去可能会很熟悉的这种整合开发的环境啊，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完全 open source， 又有很多扩充可以用啊，所以你可以去善用啊。那当然如果说呢你想用 VI 你可以啊，那用 VI 的话我们有对应的这个，然后也有这个教学跟设定啊。那再来是我们这门课呢你无可避免会去接触一个东西叫 Makefile 啊，那个 Makefile 可以让你做很多很多事情的啊。举例来说比方说这是我们这一次作业它对应的 repository 啊，就是它的这个档案库啊。然后呢我可以我可以呢输入 make 啊，然后我就可以去编译这个程式码啊。然后呢我也可以去就是
我在预设的状况下呢，我可以去编译程式码，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最后产生一个执行档叫做 Qtest， 那我也可以打 make check， 跟上面插一个 check， 它是一个 target， 那这个 target 按下去之后呢，哎，有趣的，你看嘛，它就可以自动测试啦，甚至我可以干嘛，我可以自动评分，这边来讲话，当然我现在什么事都没做的话呢，就是几乎零分了，就是100分里面只拿11分，而且那11分还是送你的。好，那所以但是不管怎样呢，这个工具呢就非常，就是 Makefile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它可以让你很有效的去建构系统啊，或者做特定的操作。好，那此外的话呢，我们会有也会去善用这个 Linux 提供的效能分析工具啊，这个工具非常之强大啊，就是我们从第一次作业不见得会用啊，但是就是说我们从第二次以后呢就会大量去用到这个 perf 啊。那顺便一提呢，你之所以呢应该要在你的电脑上安装Linux 而不是通过虚拟机器呢，其实有问也跟这个 perf 有关啊，因为 perf 虽然很强大，但是呢它很依赖硬体的资讯，所以如果说呢Linux 不是直接存取到硬体，而是 Linux 先透过虚拟机器，然后呢这个虚拟机器呢又执行在 Windows， 执行在 macOS 上，那就会遇到问题，就是像 perf 这个工具虽然强大，但是它测量出来的这个时间很可能这样就跟你预期的会有不同啊。此外我们还会大量使用开放源码里面呢很广泛被采纳的东西叫 GNU Prod 啊，那这个东西可以做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画出很漂亮的图，像这个啊。从此之后呢你再也不用用 Excel 啊。Excel 是一个很棒的东西啊，就是其实我也买啊，我也买那个 Excel 啊，但是问题啊就是有很多图呢其实是 Excel 做不出来的。Excel 很强大没错，但是有非常多图呢，比方说你要画这么复杂的图啊，可能 Excel 就做不出来，或者是画这个啊， Excel 也画不出这么复杂的图啊。但这张图呢就很酷，你看啊，这张图可以做什么事呢，就是你看啊，它就是会有不同的实作啊，你看会有这个紫色的啦，方框的啦啊，还有这种填充的啊，那你就可以纵轴的是时间分布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看到我这么多不同的实作里面，它的时间分布啊，那显然呢绿色这个地方呢啊，绿色这个部分呢就是花费时间少的。那有趣的地方是呢，像这种橘色的部分呢，它就是执行时间一般来说拉的比较长的啊，所以你就可以很清楚的去视觉化不同项目的执行时间啊。那一样呢，这个 GNU Prod 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啊，那这边也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解说影片啊。好，那所以我们在之前讲到这个光是看作业的说明就可以要花几个小时，你有感受到吗？对不对？好，我们到目前为止还在讲哪里？预期目标，对不对，同学？好，但是其实也不要太灰心了，毕竟呢，这就跟你的高度有关嘛，对不对？好，如果你高度因为这件事拉高了，对不对？你提高了你现在所处的这个基础，你现在之后呢，看东西都可以更广、更远，对吧？好，而且呢，思考东西呢，有办法做得更深入，对吧？好，你刚刚会觉得挫折呢，是因为你过去没接触到。但是一旦呢你掌握刚才讲的这些开发工具之后呢那你就会看到全新的截然不同的世界。好，然后呢除了刚才的这个开发工具以外呢，我们在这一次的作业呢会特别去强调说有这个分析工具啊，一个东西叫 CPP Check， 另外叫 Wildgreen， 一个那这个那个 CPP Check 啊，所以呢这个 CPP Check 呢我们在分类上叫做静态分析，也就是说呢我的程式呢还没执行的时候还只是 source， 我就可以用这种工具去分析说里面有没有机体存取的问题啦，或是配置资源之后呢没有做对应的释放啊。那 CPP check 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静态分析工具。那不过呢它还是有一些问题啊，就是说最主要问题就是它会有一些有时候会误判啊，所以在我们这个作业里面呢有时候你会遇到这个 CPP check 误判的状况啊。那我们已经帮同学排除一些了，但是有可能在写作过程中你在写作业的这个开发作业所需要程式的过程中呢你会遇到一些问题，好，你可以把它记下来然后试着去排除。好，这是静态分析。然后呢像这个另外一个东西呢是 Wildgreen， Wildgreen 的话就是动态分析，好，就是说呢我程式已经执行起来了，就是所以看静态分析就是程式还没执行，还是在原始程式码的境界。那动态分析呢就是程式一边执行一边去分析，去侦测说我实际上使用机体的状况啊，我实际看我系统呼叫的状况，好，诸如此类，这叫动态分析啊。那当然呢我们在这门课呢我们很强调呢就是使用 Git 啊。那这学期呢除了使用 Git 以外呢，我们在 GitHub 上也会去探索一些新的功能，比方说呢我们就会透过 GitHub Action， 下面有提到 GitHub Action 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可以让你在云端的机上去建立这个自动测试、自动评分啊、自动分析。那这件事呢非常之有用啊，就是说因为你的电脑里面呢你很可能只能装，比方说像我的这台电脑啊，这台电脑是Ubuntu Linux 啊，那可是对我来讲，我有个困扰什么？我只能安装
特定版本的 Linux， 对吧？啊，那你我的电脑的数量是有限的，哎，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 GitHub 上提供的一些服务，可以让我们安装好几套系统。比方说呢，我可以安装 Linux 不同版本的 Linux， 然后我可以安装 Mac OS， 我可以安装 Windows。所以呢，你写出来程式呢，就可以在GitHub 上配置的虚拟机器上搭配不同作业系统去测试啊。那这个就非常有用。那以这门课来讲的话呢，首先呢，我们就在做自动测试。然后呢，让你引导学员呢去使用这些自动化的服务，然后呢使用这些服务呢，可以做这种整合开发的测试啊，那就可以更了解说，知道自己有哪些东西没有思考完啊。因为在往往在开发的时候，往往我们一次只能看一两个议题，对吧？比方说，我这次的目标是设计一个 sorting 啊 sorting algorithm， 但是呢，我不确定说呢，我设计出来这个 sorting algorithm， 我可能会有对应的一些程式码修改，这些修改会不会说呢？不小心就改坏了。好，那往往你在自己电脑上呢没办法做很全面测试，但是有了这个 GitHub 对应的这个配置的虚拟机器，你就可以用很多不同的主态甚至不同版本的 Linux 协助你去做测试。好，那再来呢，我们这门课有一个很重要的规范，就像我们在课程介绍里面提到的，这门课就是要打群架。好，那打群架呢其实需要什么呢？需要一致还有容易协作的。我们在写这门课的这个共笔，在提交作业的时候呢，其实用什么？用 HackMD。那我们程式码呢也是提交到 GitHub 啊，而且是给大家看啊。好的程式不怕人看，那说我写出来程式很烂怎么办？一样啊，要有勇气面对什么？面对被他人检视啊。然后，所以你除了这个 guts 以外呢，你除了这种胆识跟这个心理准备以外呢，其实你需要一个规范啊。所以这门课呢其实非常强调规范啊。你大概很少看到说呢，在其他课呢，除了要求写程式以外呢，我还要求什么？你把注解，你把程式说明。你把这个相关的这个开发历程清楚的交代啊。那当然显然过去呢很多同学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没关系，我们就提供了一系列工具去让你可以写出更好的文件，更好的这个开发的改版的说明啊。那当然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自动测试的机制啊。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个同学问到有趣问题啊，首先呢就是有人问到这个 MacBook Pro 啊可不可以呢？可以啊，啊我自己也在用啊，啊这个这是我其中一台电脑啊，电脑宅嘛，就是很多电脑哈。注意到呢，在 MacBook 上呢，其实有个很棒的东西啊，叫做 Bootcamp。那你可以透过 Bootcamp 安装 Linux， 原生的执行 Linux， 这是可以的啊。而且就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可能比较困难啊，比方说2018还19年以后比较麻烦一点。好，但是如果你用的电脑是15年，其实没有太大问题啊，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安全界面，这是可以的。那像我这台，我现在用的这台啊，用的这台电脑是2011年出货的这个MacBook Air 啊，其实呢也可以跑 Linux 啊，所以我自己也是这样用啊，就是说因为那个 MacBook 或是 MacBook Air 或是 Pro， 其实在外形还有在这个省电的状况，我觉得比我遇过了很多电脑好，所以这几年我自己大概有六台吧，六台这个MacBook 啊，那但是就是交叉放嘛，因为就是我台北办公室啊，我台北住家，然后台南办公室，反正就各放几个啊，那所以呢这个是可以的啊。那但是如果说呢你用的是2018年或是更新的这个系统啊，如果可能是2021年的版本的话呢，有可能 Bootcamp 会有问题啊。那这个你如果真的遇到这种问题的话，请你在讨论区或是发讯息给我，我们来想想怎么处理。好，然后VPS， 好 ，VPS 呢，其实因为很多 VPS 底层还是虚拟机器，那既然有虚拟机器呢，在做一些效能分析呢，就会有问题啊。除非你对这个虚拟机器非常熟，你知道很清楚说底层，比方说 KVM 啊，那你知道它 KVM 行为啊，否则呢，就是最好还是不要用 VPS 啊，否则你。后面很多效能分析啊，或者你要去重现其他同学作业的时候会遇到很大很大的障碍啊。好，然后另外一个同学问到这个问题啊，就是注意到啊，我们讲这个 git commit message 或是这个 document， 其实不见得是为了看懂啊。注意到这其实这句话是我认为是有疑虑的啊。首先呢，就是团队合作呢，其实文件是一回事啊，最重要是有一个默契啊。那特别在 open source 的世界呢，其实很有趣的地方是呢，像过去我去参加一些专案，好，比方说有个专案，也许你有听过叫 LSD， 好，那 LSD 呢，它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东西，好，然后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砖啊，它虽然是非常小众的东西，但是呢，它的 LSD 的使用者，它的数量绝对超过你想象啊，它的使用者已经超过400万个使用者。对，有没有听错？就是你这东西死都没听过东西，竟然有超过400万个使用者，其实这数量不少了吗？啊，400万什么概念是吧？400万就跟我们这个什么唐凤做的什么疫苗的登记平台，可能那个数量可能是那个同个等级的啊，就是唐凤跟带领的团队做出来的那个疫苗预约系统，大概就数百万人在用啊。那这个专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它就是源自台湾啊，就是当时呢，我跟 PCMan 一起合作开发的啊。那时候 PCMan 他还是一个全职的医生啊，他因为他休假的痛打啊，然后那时候呢，我的旧电脑跑那个桌面系统就有点吃力，但是我又舍不得换电脑。其实也不是说多节省啊，这跟客家人没关啊，对吧？我只是单纯很迷恋那个，你知道以前电脑那个 ThinkPad 那个 那个按键很漂亮啊，就那个按键很好按啊。那后来那个 IBM 把那个 ThinkPad 产品先卖给联想之后呢，就悲剧了啊。那所以在那之后就不用 ThinkPad 了哈。但是呢，我旧的 ThinkPad 我还是喜欢用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跟 PCMan 搞了一个砖啊。那这个砖呢，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主流的开发者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东西，好，但是呢，在某些环境，比方说比较便宜的、比较低阶的电脑，好，那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会有400万使用者呢？因为树莓Pi，你没听错，我们讲那个 Raspberry Pi， 它用的这个预设桌面系统就是 LSD 啊，所以呢，一开始呢，从2005年的时候呢，啊，讲出来，2006年的时候呢，全世界只有两个使用者，就是 PCMan 跟我，好，我们两个一起开创这个专案的。那后来呢，到现在来讲，就是超过400万，我已经不知道多少使用者了，那400万是我们4年前统计，我不知道现在多少使用者，可能破千万了吧。好 ，anyway， 就是说呢，这个专案里面呢，我们在跟开发者合作的时候呢，其实有时候会常常遇到一些很大的问题，因为大部分的开发者他的母语都不是英语。好，这个 LSD 呢，在巴西、在东欧有蛮多开发者投入的，可是这些在巴西啊、在东欧的这些开发者哈，其实说真的，他们讲的话都听不懂哈，而且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很奇怪状况，比方说2014年，乌克兰，对，不要怀疑，就是跟俄罗斯是世仇的那个。乌克兰啊，2014年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哎，那个有一个开发者说，各位抱歉了啊，我这个我明天开始我就没办法提交程式码了啊。那如果你发现我没有回来啊，发现我很长时间都没回来的话啊，那表示呢我已经为了祖国牺牲了啊，类似的话，因为不要怀疑，那个就是在讨论区看到的，不是什么神奇的讨论区，那是在城市开发的讨论区啊。然后呢，就是会遇到不同文化，好，所以我觉得 open source 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个，就是可以接触到不同文化的。然后呢，我们沟通其实蛮大困难的啊，因为跟巴西啦、啊，跟这个就跟那个巴西人啊，跟那些东欧人啊，跟这些乌克兰人啊比起来，我们讲的英语我觉得我们讲的英语还算强，不是说我自己有多强啊，就是说因为跟他比起来，我就觉得自己讲英语很有信心的啊，因为这不知道讲什么鬼啊，所以常常。而且他们写英文也看不懂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沟通是拿什么沟通，知道吗？拿西语来沟通啊，就是说，有时候沟通，因为通常就讲说，通常我们讲会说 ，Would you like to modify 什么什么啊？有时候你知道，有时候英文他写不惯，或者他的文法不太一样啊，那就导致后来干嘛？就直接贴一段程式码啊，他开心用这段，不开心用另外一段啊，然后有时候就会用一些什么西语那些符号啊，那这个东西都是沟通啊。再拉回来，所以回到这个例子来讲话呢，其实我希望让大家理解到一件事，就是我们透过这一次的作业，包含说往后的作业。我们为了协作做好准备，那像我会预期呢，你在 HackMD Document 是把一些开发记录啊、哦，你一些比较高阶的，或是你中间遇到哪些挫折告诉我啊、哦。那当然你也可以描述说，哎，你从别人的共笔啊，最、哦、让我们相当鼓励你观摩其他人的共笔啊、哦，就是包含这学期的，甚至更早之前的，我们都欢迎观摩其他人的共笔啊、哦。然后呢，哎，你从里面学到什么东西，你把它记录下来啊、哦。当然你要标注。出处啊，所以呢 ，HackMD 来讲话，它是一个比较像流水账啊，或者一些概念性的那个的记录啊。说真的，这件事不见得对看懂程式码是有帮助的，毕竟很多时候就是你一些概念啊，或者说你的计划。那 Community Message 呢，就是更多时候呢，其实是给自己看的啊，就是你要知道，哎，我过去改了什么事，你就想看哦，下周、下个月啊，或者说明年，你能不能看懂你现在在做的作业开发啊？那或者说呢？有一天呢，你的程式码也许就像之前上课讲的那个 SSE 图一样，我们有个专案很有趣啊，就是一开始就都三个人、四个人开发的专案，结果没想到后来这个专案被 Apple、亚马逊、Google 被 Adobe 这些知名的公司，你都听过的公司采用啊，然后没想到连超级电脑里面都出现啊，就是一开始一个小专案，就三个人、四个人啊，业余，真的是业余啊，就真的我没有想到这东西会被广泛使用哈，就是我开发过好多专案，但是我很少遇到这种哈，就是真的就是
就是无聊打发时间开发着穿，它是一个当时对我来讲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但是后来变成什么？变得因为使用者变多了嘛，我知道认真做，有点像 LSD 这样的，就知道认真做。好 ，Anyway， 就是说呢，在这样的专案呢，你就想，哎，我有可能就是会扩大我的规模啊、哦，所以呢，那个 community 的往往就是追踪啊、哦，追踪过去的那个开发，它不见得是可以让人一眼可以看懂程式码，但是呢，你作为原始开发者，或是你邀请别人跟你协作，你可以顺着这个轨迹可以去理解。然后呢，真正要让程式码更好理解的地方呢，是这个程式码注解。好，但是呢，程式码注解往往有时候呢，有时候写的跟没有写的是差不多的。好，比方说呢，You are not expected to understand this， 像这个就是很经典的一个注解。好，注意到这是在历史上真的存在的注解。好，这个注解呢，就是这句话 ，You are not expected to understand this。好，就是白话什么？不是白话，就这好像也不用白话。好，反正就是说。我不指望你看得懂这段啊、哦。那这段程式码呢，在哪里呢？这段程式码呢，它的注解在这里啊、哦，就是完整的东西呢，在这里啊、哦。那你们好奇啊，这一段是谁写的？这就是 KNRC， 就是那个发明 C 语言的那个 Dennis Rich 啊、哦。那还有 KNRC 的那个共同作者啊、哦、，Dennis Rich 他写的啊、哦，他在Unix 的第六版啊、哦、写了这段注解啊、哦。那这个注解说真的写跟没写是。一样的哈，而且写出来你反而更挫折，对不对啊、哦？我不指望你看得懂，帅吧啊、哦？好，那所以呢，这个注解呢就跟你讲什么呢？其实跟你讲说后面东西呢太特别了，太 tricky 了，太 fantastic 了，好，所以导致呢你没办法直接懂，但没关系啊、哦，因为那就是一个某一种 routine， 某一种操作，好、哦，所以呢这个东西的本身呢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我们讲它也是注解啊，只是说呢这个注解的存在它有时候就是去强调这后面这段程式码或者这个区域它很特别啊，所以呢注意讲啊，这个是要看的啊，需要看出你的程式码是给人看的啊。例如呢你去看 Linux 核心的程式码，你会发现呢很多小白是看不懂的，为什么？因为 Linux 核心就不是给小白玩的，对吧？这很明显嘛，对吧啊。那Linux 核心是给谁看的？往往是需要运用 Linux 核心去做某些事，好，比方说有人希望在 Linux 核心之上呢，去建构一个 container， 去建构一个虚拟机器，好、哦，可以在上面 hosting， 好、哦，那是有这种需求，亚马逊啊 ，Microsoft 啊，那个 Google 啊 ，Facebook， 好、哦，他们都有这种需求，对吧？好、哦，所以更多时候呢，程式码注解是要搞清楚是给谁看的，好、哦，好，然后呢 ，GitHub Action 呢背后是不是虚拟机？对，它是有虚拟机，好、哦，所以呢，我们用 GitHub Action 是来做什么事呢？是来做这些正确性的验证啊、哦，涵盖，而不是来跑。效能的啊，所以主要这是两个不同的观点啊。真正来跑效能的是你自己的电脑啊，因为只有你自己具有的电脑，你才会很深入分析，你能够做很多变更。你可以在 BIOS 或是 UEFI 上面做变更啊，或者说你在开机的时候 ，Linux 开机的时候可以指定一些这个一些这个什么 command line 的讯息。好，对，像这个啊，像这个来讲话呢，就是我们在开机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这个我们称为叫 boot argument 啊，可以让你去那些可以去设定好这些 boot argument 啊。那在虚拟机器就不行啊，因为虚拟机器显然呢，虚拟机开了再多次，底层还有什么？底层还是一个会有个 host 或是一个 hypervisor 存在那边啊。但是呢，你自己的机器你就可以对它做上下其手啊，你可以做很多调整啊，你可以让它不要休眠啊，你可以让它降频啊，你可以让某几个开机的时候只让某几个 CPU 开起来啊。比方说你的 CPU 有八个核啊，但是我只让其中的四个核开起来，也就是说剩下四个核它预设不启动啊，那我可以拿来做别的实验，这就是。你在用自己的电脑的好处啊。那云端的话，最主要就是刚才提到，就是做正确性验证啊，或是做更多的这种涵盖测试，它可以涵盖不同版本的 Linux 啊，甚至其他的作业系统啊。好，来继续看啊。所以在这边来讲话呢，你就是你大概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作业呢想要做的事情啊。好，然后这边有个东西呢叫 LPI 啊。LPI 看起来很深奥，但是其实你可能就已经接触过了啊。当你用 main page 的看 main page 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会看到 LPI 哈，它的全名叫做 The Linux Programming Interface 啊。那它其实是一本书啊，叫 TLPI 啊，那有时候也可以叫 LPI 啊。那其实你在阅读 main page 的时候呢，就是当你用这个命令啊，比方说 main signal 啊，现在对不对啊？这个其实它很可能就会指向到同个地方啊。那它有纸本。它有线上内容，也有纸本啊、哦。那就是纸本的话，就是其实蛮多开发者会这样子啊，就是它同时具备纸本跟线上啊、哦。然后线上会持续更新，然后纸本的话就是你去支持这个作者，让他可以收版税啊，然后可以获得一个营收啊、哦。那顺带一提啊，就是
今年呢，我也会来做类似的事情啊。所以我今年呢，会做什么事情呢？就是今年呢，我会来发布呢我的电子书啊。那我的电子书呢，就会在我们这门课使用啊。那此外呢，我们就会用把这本书呢，就是公开发表啊。那公开发表的话呢，就会采用订阅制的啊。因为 Linus 的书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呢，你往往不是买一次就好了，对吧？啊，因为 Linus 会一直改版啊。所以像我们这本书呢，我一开始写的时候呢，它是4.18 啊，那后来升4.19 4.20啊，然后又升级到5.4啊5.10啊啊，那最新的 Linux Kernel 的稳定版本呢是什么呢？5.16啊，所以呢显然呢一本 Linux 的电子书呢难就难在什么？要一直改版啊，所以我就比照这个模式啊，就是让有些人可以付费啊，然后付点钱让这个你可以拿到新的版本啊，那如果说呢你不想付费没关系啊，那你可以拿到稳定的版本，就是可能是针对一些比较旧的 Kernel 啊，好，那所以就是有相关讯息的欢迎呢你来支持我们这个专啊。然后呢，这个我们这个作业啊，这个 Lab Zero 这个作业呢，其实是改写自CMU。那 CMU 的 Computer Science 呢，是全美国最好的 Computer Science 的科系啊。好，那你这边可以从这个 License 可以看到这边啊。所以看到我们2007年的时候呢，就是从这个 CMU 啊 ，CMU 的这个作业改过来啊。但这几年我一直加入我们自己的色彩啊。那其实跟 CMU 原本的作业已经有很大差别了。CMU 当初的作业，它是最主要是引导学员去熟悉像那个 C 语言的指标操作之类的啊。但是呢，在我们这门课呢，我就把这个 CMU 原本的作业扩充为学习 Linux Kernel 之前的准备工作啊。所以呢，虽然它是衍生自 CMU 啊，但是其实越来越没关联了啊。好，那但是其实这边还是有很多值得一看的啊。那你可以去参照这个它的这个Programming Lab， 好，那你可以去参照它的文件啊，因为这文件还蛮短的啊，就是稍微瞄一下就可以看完了啊，那就是讲一些基本概念啊之类的啊。那我们这边呢，预期呢，你在这边可以学到什么呢？好，不是学到，就是可以掌握到什么东西呢？啊，我们预期呢，你可以掌握到机体管理啊，然后呢，知道说怎么通过指标操作啊，操作特定的资料结构，然后自串啊，然后改善特定关键操作的效能啊。好，那注意到呢，在我们这个作业。它的本质上呢，是让你去建构一个 Q 啊，那个 Q 的翻译叫做柱列啊，那对岸叫做队列啊，就是没有说哪个翻译就比较好啊，但是这个显然呢，在30年前这个柱列这个词就存在啊，所以我们这边统一用柱列，你就叫 Q 吧啊。好，然后呢，这边呢比较特别，比方什么呢？就是这个作业呢要求你用 linked list 去实作柱列，去实作 Q 啊，那。所以呢，在这个 Q 呢，它有这个高阶操作，比方说你去加入一个新的节点啊，新的资料啊，那或者是说把某一笔资料呢去除掉啊，这就是柱列上面的操作。但是它底层呢是对应到 linked list， 那它底层呢是用什么东西来做呢？事实上呢，它就是去比照 Linux Kernel 的 API 啊。那这边有几个东西来看看。在这边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是从这个网址可以看到嘛，这是 kernel.org 哈。注意到 kernel.org 这边讲的 kernel 是谁呢？就是 Linux kernel 啊 ，Linux kernel 很霸道的啊，抢到这个 kernel.org 这个网址啊。好，所以注意到啊 ，kernel.org 上面呢就是官方啊 ，Linux kernel 官方的资讯啊。那这边呢，这个目录你看这个网址呢，可以看到 doc.html， 你就猜出来什么？这显然呢就是 Linux kernel 的什么 ？Linux kernel 官方的网页界面的文件啊，而且这边写 latest。就是什么显然是什么显然就是最新的啊。好，那所以呢这边来讲话呢，就是请你去阅读啊这份文件啊，注意到当然你要自己学习啦啊，就是网上有很多教材啦，把它翻译成中文啊，那但是呢你要很小心啊，不是说这些中文写的不好或者这些翻译不好，而是它往往还是旧的，对吧啊，因为 Linux Kernel 一直在改版嘛啊，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你还是用看新的啊。像你可以看到这一份文件是针对什么呢？针对 5.17 RC4 啊， RC 就表示候选版本啊，就是说目前呢 ,Kernel 呢目前的稳定版本是 5.16, 啊，所以你看到目前稳定的版本是 5.16.9。然后呢 ,RC 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 5.17 即将释出，啊，所以他就准备一些候选版本让大家来测试，啊，希望在正式发布之前有吸引到更多的开发者去帮忙解决找出问题，啊。那这边呢这个 Lattice 顾名思义是什么，就是用最新的内容啊，然后去告诉你啊，那所以呢，请你花时间去阅读这些什么这些文件。其实文件是写的很好的啊，只是很多时候
你知道蛮多人就是没有那个耐心把它看完哈，就是其实没有很多啦，就是就花点时间啊，这就刚才讲的哈，你要把作业说明看完啊，这是其中一部分啊。好，然后呢，就是一旦呢，你可以熟悉了这个 Linux 核心的 API 啊 ，Linked List 的管理啊，在 Linux 系统来讲的话 ，Linked List 也可以简称叫 List 啊，所以就是这边显然就是什么，就是 Linked List 啊，或者简称叫 List。管理、啊、用的这些 function、啊、那它 有的呢 它是 function 的这个样貌、啊、但实际上本质上呢很多时候是 macro、啊、就是说类似 function 的方式、啊、我们称为叫 function like macro、啊、那我们在第二周第三周、啊、我们会跟大家介绍这个、这些 macro、啊、这些 macro 呢比较喜欢它，这 macro 里面可以做出很多很神奇的事情、啊、好，我知道你不相信这个东西可以多神奇的，比方说这个 minmax，这个 minmax 呢，顾名思义什么？就是找出两个数值里面呢，给你大的跟你小的，对不对？好，所以你想，哎，这不就这样子写吗？好简单哦。好，我知道自己要加括号。好，问题来了 ，Linux kernel 的程式码是不是长这样？不是的 ，Linux kernel 的东西长什么样呢？给你欣赏啊 ，Linux kernel 的东西的最后是长什么样呢？长成五、对，不要怀疑，变成这个样子了。好，对，就是 min 跟 max， 但是在 Linux kernel 里面呢，它就是可以把东西搞得那么奇怪。好，那为什么它有这么神奇的考量呢？好，我知道你一定满脸疑惑啊，没关系啊，这个是一样，我们在下周或是更后面的部分呢，也会大家探讨。不过你现在如果急着看的话，我就给你看啊。然后所以呢，注意到呢，在 Linux kernel 来讲的话呢，它就是迈向专业，它要考虑到很多议题啊，所以它不是能动就好啊。所以呢，请你在这门课不要跟我讲说什么我写的程式能动，那是不够的。在21世纪，如果你只说我的程式现在能动，说真的，它跟垃圾没有两样。我们什么东西是能用，是要给千千万万人每天用啊！这不是有什么什么什么好高骛远，不是。你要想，你如果做出来的东西没办法给千千万人的每天用，你写成写个屁呀、啊，对不对啊？对不对？你赶快转行去做别的东西啊，对不对啊？像医生一样啊，对不对？医生呢，不管他是什么样专业的，他总是有个目标啊，对不对？他就是要把病人好好的处置。哦、他可能没办法说什么疾病都可以处置，但是他锁定的科目、哦、你看医生一天到晚在进修的，对吧、哦、而且呢医生呢如果一不留力的那个执照，可能人家会被停照的、哦、或者是说呢会被处分的，会被病人告的、哦、但是你看有多少软体工程师会被告的，对不对？写出什么垃圾有没有被告？没有。会不会被撤照？没有，换家公司就好。这个是很可怕的、哦、如果我们长远来讲一直这种因循苟且，我们这个产业都不会进步。好，那反过来说呢，如果我们产业呢用更高的标准去要求，好，所以我们希望这门课啊，就是真的是用够高的标准要求。Linux kernel 怎么要求啊？我们就用这样的标准呢做一点调整啊，适用到大家身上啊。啊，那所以呢，我想呢让大家提醒啊，就是说呢，这些东西呢，它真的是还蛮复杂的啊。那为了要让你在过程中呢比较清楚了解这些东西的来龙去脉啊，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讲座叫做“你锁不到西元 ”（Linked List） 和非连续记忆体啊，这边有录影啊。那所以你们会发现，你看我们为了要解说作业，挪了三个小时来讲解啊，但是这三小时又指向其他的讲材料啊，又是其他的三个小时啊。那某些东西呢，如果没有对应基础，比如 Git， 你又不熟悉，对不起啊，那你又再继续花15个小时再看另外的这个教材，看相关的解说啊。那没关系啊，请你不要因为这件事感到挫折。你有机会因为这件事变强，你有机会因为这些投入拉开跟别人差距啊，可以吗？啊，好，那所以注意看啊，这边来讲话呢，就是这个讲座，这是也是我们第一周的教材之一，就是探讨 Linux 里面的这个 Linked List 啊。其实不止 Linux 啊，其实它是一个很通用啊，我们探讨的东西是很通用的啊。那但是议题是很复杂的啊。比方说呢，Linux kernel 为什么它是一个环状的结构？那环状结构呢有什么好处啊？然后呢，在这个操作来讲话呢，因为 Linked List 本质上它是非连续的记忆体。那非连续机体呢就很可能遇到效能问题，所以我该怎么让机体的存取，就是在我们在做 traverse 啊，我们在走访啊，我们在走访的这个，注意啊，这个有人把它翻译成便利啊，但是我觉得便利是不精准翻译啊。为什么？因为那个 traverse 没有说一定要走完全部啊，就是 traverse 是什么？是比方说你从这个地方走到另外地方，对，你可能是拜访了其中的一半啊，走过了其中一半，但是没有代表说你一定要走完。便利那个便，对不对啊？便利的便最大问题就是便啊，就是全部啊。好，那所以我们在这边来讲，还是用这个走访这个词啊。好，那所以呢，我们在走访这个节点的过程中，要怎么
发挥 cache 应有的效力、哦、那所以这个其实也是 Linux 核心在意的事情、哦、所以比方说呢，你看你底下在检索这个什么，像这个 cache、哦、所以你看到，哎，这一段程式码是什么呢？这段程式码就 Linux kernel 的程式码，它就针对 cache 去做特别处理、哦、好，那这边来讲话呢，这个讲座呢，就从一开始呢，从这个 Linus Torvalds 在2016年的访谈、哦、那就跟你讲说呢，他是怎么去思考的啊？哦、那他的他做哪些决策啦、啊哦？那他也跟你讲说，哎。你怎么去改变你的思维啊？好，所以原本很多程式呢，它会需要特例的啊。但是我们透过一些技巧，比方说这个指标的指标使用，或是称为叫 indirect pointer 的使用的话呢，你有机会呢避开一些特例，甚至呢你有办法写出更精简有效的程式码。好，你看哦，在这边来讲的话，就有个例子啊，这是 LeetCode 上的题目啊。LeetCode 上的题目就是什么？给你两个已经排序过的 linked list， 好，然后呢，请你呢把这两个排序过的 linked list 合并起来。好，那这题呢在 LeetCode 呢是 easy， 但是呢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当我们把这个题目呢用 C 语言去写的时候呢，诶，整件事可以变成不 easy， 可以变成充满想象力。好，好，比方说呢，你说诶，我可以一开始呢可以干嘛呢？我可以去配置这个一个节点啊、哦、然后这配置节点呢，就是因为我两个 list merge 之后呢啊、哦、那个 head 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不确定，对啊、哦、那时候我先配置个空间叫做新的 head 啊、哦、然后呢再干嘛呢，就是逐一的走访这两个 list 啊、哦，然后呢，把什么依据你指定的顺序把它合并起来啊、哦，所以讲，哎，不就是这样写吗？对，画面这段程式码看起来好像怎样？看起来没什么错啊、哦，但是呢，你可以写得更短。好，你开始数看啊、哦，这段程式码几行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有看到十四行啊、哦？好，那这段程式码呢，你可以写的这么短啊、哦？哎，对，哎，还可以更短嘛？好，对，就这啊。所以你看啊、哦，原本是14行，你可以把它变成1、2、3、4、5、6、7、8。好，原本是14行，好变8行。好，那最更酷的地方是什么呢？在原本的程式码呢，其实你看啊、哦，我会有 L1、L2， 对不对？两个 list。好，然后呢，你会有这个一直在做这个比较，有没有？这边有 if else， 对不对？好，然后呢，这边其实也是 if else， 只是变成一个三元的那个 operator。好，但是呢，你看啊、哦，我今天呢改写之后呢，就变成这样的程式码。好，虽然乍看之下好像不是很好懂啊，但是呢。它的其实效率，不管是程式的简洁或者效率的，其实都略有提升啊。不代表说底下这个程式呢一定是好的，但是呢，它就是一个改变思维，你可以避开一些特例，你可以写得更精简，但是依旧呢可以达到指定目标啊。然后这个 merge to list 呢，再进一步扩充呢，可以变成什么？它其实可以扩充成那个在 LeetCode 23啊，23这个就不是 easy 啊，这个题目就比较难的啊。然后它是 median， 然后呢你会发现，哎，其实这个东西呢。其他后面其实就在写什么，就在做做那个 merge sort 啊，所以你看到、哦、我们在这个系列的讲座呢，其实就带着大家去思考啊，而且呢，我们就拿 LeetCode 的题目啊，所以你看、哦、我们一边可以学习 Linux kernel 啊，一边呢可以学习这个LeetCode 啊，所以这个就是对我来说 LeetCode 不是那么没用啊，因为我也不需要刷什么 LeetCode 啊，但是我的学生需要嘛，所以我就跟我学生一起学习啊。然后呢，就是我在 LeetCode 里面呢，也是找到说，哎，其实会有一些有用的地方，而且最重要的是呢，Linux 核心很多技巧，它可以在 LeetCode 的题目上可以做得非常有效率啊。像LeetCode 里面呢，因为有很多程式语言，比方说像 Python 啊、Java 啦啊，还有 C++ 啊，就有一些 programmer 就会写出这些什么滥用那个 hash table 啊，滥用这个 priority queue。好，但是在 C 语言的程式呢，其实你可以这样，根本就不用滥用这些扩充东西，这些 container， 你可以不需要用这个，你可以单纯只用 C code 写出更精简、更有效，甚至更直觉的实作。好，这个其实呢，也是呢，我从这个 Linus Torvalds 的这个访谈获得一个启发。好，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呢，他的这些心路历程啊，然后他这背后的一些思维。好，那当然不是说呢，用了刚才那个 indirect pointer 啊，或是那种指标才会显示出你的品味啊。最重要的是它的思维啊。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作业呢，其实也是让大家可以去运用这样的思维啊。好，那这个底下很多内容呢，你已经懂了，所以我们就快速跳过啊。那这边来讲话呢，你至少需要完成啊，就是因为你从 GitHub 上取的程式码呢，这里面呢很多地方呢是空空空的啊，比方说呢显然的嘛。显然这个
这个实作是错的，对吧？啊，那写来这个实作也是错的啊，那这个、当然也是错的啊，所以这个是一开始给你的东西都是错的啊，就很多地方都是错的啊，你要把它补完啊。所以比方说呢，你一开始呢 new 啊 ，new 要让你建立一个新的对吧？新的助列啊，然后再是 free 的话就释放这个所占用的空间啊，然后呢，你可以在开头的时候插入节点啊，那也可以在尾巴插入节点啊，那也可以在释放这个开头啊，开头的这个就是释放移走啊，注意啊移走。移走或者移去那个指定的节点啊，然后此外呢，你也可以用这个 size 啊去计算目前助列的节点数量啊。好，那这边呢区分两个东西啊，一个叫 delete， 一个叫 remove 啊。那个汉语来讲的话，我们汉语很多时候呢，这也是为什么你需要查字典啊，因为我们汉语的东西很多很像啊，比方说平行跟并行，平行叫什么？叫 parallel 啊，那并行叫什么？叫做 concurrent 啊，这两个看起来很像呗啊。那对岸呢？对岸就把它翻译成并行跟并发啊、哦，你们觉得也是很像对哈、哦？所以呢，你不要从字面上去看啊，你需要查字典啊、哦。那这边来讲 ，delete 跟 remove 呢，看起来都是好像删掉某东西哈、哦，但是意义呢是不同的啊、哦。这边有篇文章啊、哦，这个网站其实蛮棒的啊、哦，就是你在找资料的时候呢，可以善用这个哈、哦，这个叫做Stack Exchange 啊，那这边来讲的话，你可以了解这个英语的那个书写啊，其实这个蛮重要，因为你写程式需要写注解啊，对吧？啊，那你可能会需要撰写这个技术文件，那过一段时间你可能会需要撰写论文啊，其实用字遣词呢是大有学问啊。好，然后呢，我们刚才提到什么呢？就是 delete 跟 remove 这两者的差别是什么呢？remove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移走，所以只是把一个东西拿掉啊，所以比方说原本是 A， 接下来是 B。那 B 接下来是 C， 所以呢，你有一个链接串列啊，或是某一种顺序，就是 A 完的换 B，B 完的换 C。那我把 B 呢移走的话呢，就变成 A 直接点到 C 啊。那所以呢，这个 B 这个节点呢，很可能还是存在机体，只是呢，我没办法知道它彼此的关系啊。所以呢，remove 我们可以把它想成它是一个带走啊。所以带走呢，其实它还是存在，它可能它没有被消灭。那 delete 呢，其实就有一个意思，就是什么？还有 erase 的含义啊，所以你看 erase 就明显了，对不对？你小时候用的什么橡皮擦，对不对？哈，你看这边是一支铅笔啊，这是我女儿刚才画画的那个铅笔啊。那所以呢，她画完之后呢，哎，那就可以拿叉子啊。所以叉子呢，显然就不是移走了，对不对？叉子做的事情是什么？是让这个纸上面呢本来有字，对吧？啊，然后呢什么？让它的这个笔迹啦，或者它在上面蘸的这个石墨清除了啊。所以 delete 呢，它的意思呢，其实就有什么意思呢？是资源要被释放啊。所以注意啊。对应的机体会有变化，就是要释放啊，所以注意到这边的操作啊，这边讲这个 remove 呢是移走、移去，那 delete 呢就要把机体对应的机体的资源要释放掉啊，所以像这个一样啊，就是 release element 啊，就是我给你一个节点啊，那你就要把那个机体内容释放掉，明确要释放掉啊。然后呢，所以后面好几个题目啊，你看到这个题目啊，就是我们从那个 LeetCode 啊去改写啊，例如呢有一个题目呢是这样啊，就是说。如果你现在那个 Q 已经排序了，那我就从这个 Q 里面呢，把这个重复节点、重复内容的节点移走。但是注意啊，我们这边用词是什么呢？我们用词是 delete 啊，所以其实你除了移走以外呢，要把那个资源释放掉。注意到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认真写呢，它很难。就是呢，难的地方在哪里呢？你看啊、哦，就是你看原本的顺序这样哈、哦，就它已经排序了哈、哦，所以这1233445。好，然后呢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重复的东西是什么？重复的东西是3，重复的东西是4啊、哦、所以呢我就把重复的3跟重复的4拿掉，所以最终人家回传什么 ?125 啊、哦、那同理呢，你看像下面这个例子是有3个重复的1啊、哦、那后面有2跟3啊、哦、然后你要回传什么呢 ?2 跟3啊、哦、那1呢就不见了啊、哦、那这个问题难在哪里呢？首先呢，如果你释放资源的时候呢，是遇到就释放啊，比方说遇到重复的3我就把它释放好。然后呢，这时候呢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说呢，你释放其实会花时间，对吧？啊，那有没有可能说呢，我先回传125啊，然后呢那个3跟4呢我放在某一个资源回收厂啊，到有空的时候或是由这个呼叫端主动，比方呼叫这个 GC garbage collection。好，我再把它释放，能不能这样做？哎，可以啊。好，但是呢，如果你要做到这件事，哇、哦，这个东西困难的，对不对？因为你必须把这个3，原本这个3跟4，好，你就不是只是呼叫 free， 你是要把它移到某个资源回收厂，
好，那当我主动的呼叫机器的时候呢，或是在适当的时间啊，比方说也许可以触发一个 signal 啊，就是说比方时间到啊，闹钟到的时候呢，我就把那个资源释放掉啊。因为呢，你每个节点遇到这种重复内容节点，你就呼叫什么？比方你看这个三个一啊，可能它可能不是这个三个一啊，它可能有什么？它可能有100万个一啊，那你不就呼叫100万次 free？ 100万次 free 显然它是一个沉重负担啊。但是呢，如果一开始呢，你看到它有100万个一，你抽到底在干嘛？从这个100万的这个开头跟100万的结尾啊，直接呢去头去尾把它转过去啊，然后再把这个100万的一放到什么？放到刚才讲的资源回收中心。你其实有机会做到常数时间，或是呢一个更低的这个或是类似的时间复杂度啊，这是有机会的。但是做法其实超级难啊，所以注意到呢，这个题目呢取决于你该怎么做啊。那当然我们在我们的测试来讲的话，其实没有给你那么刁难啊，但是这其实什么？这就是在力扣啊，你在刷力扣的时候呢，其实应该要去思考的啊，或者说你在 interview 过程中啊，其实要想有这种可能啊，就是我不是只是得到一个固定的 input 以及它对应的 output， 其实有时候我们要想的手段啊，或者说像刚才讲，我如果要引入 garbage collection 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我们的程式需要做到多大的跟动啊？这个东西呢，就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就是思维啊，就是这种你要对应的这种。对应的这种考虑啊，这东西呢一点都不简单啊，对吧？好，然后呢，再来是呢，力扣呢有个题目呢是什么呢？就是给你两交换啊，比方说呢，我们看例子啊，酷吧？学 Linux kernel 还可以一边学力扣啊，对吧？啊，一边练习力扣啊，所以看到这个东西是这样啊，一二三四啊，所以就两一对，那两一对呢就是一二就互换顺序啦啊，三次就互换。哎，那就好奇啊，那如果呢？是奇数格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个就是对吧？这你要去思考的啊。你要怎么写一个程式呢？它的偶数能用，奇数也能用啊。这个东西呢，怎么显然什么？显然是有些事情要去思考啊。那还有什么呢？中间呢也不容易啊。就是其实可以写出很简单的程式吧，但是呢，也可以思考的东西很多啊。比方说这边有给你一个什么呢？抱歉啊。13471126啊，然后所以呢，你看到这边显然有几个呢？这边显然有七个啊，有七个节点。那我想要把中间那个节点啊，也就是第四个，从左边数起来，或是从右边数起来，第四个啊，第四个节点把它移走啊，或是释放它的资源。那我该怎么做呢？哎，这东西有趣啦哈，对，就是首先呢，你要有一个机制去算出它的这个中间在哪里啊。那这个是奇数格的，哎，偶数格呢，你要算在这边啊。那这件事难在哪里呢？一样，如果说呢，你想要让这个机体呢，它不是立刻就呼叫释放，它可以排程之后再去释放，或是刚才讲的放到某个资源回收桶里面呢，哎，这个东西是什么？这就困难了啊、哦。然后再来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有蛮多技巧可以让你找到中间的这个节点啊、哦，就是比方说呢，你可以一次移动两个，跟一次移动一个啊、哦，就你该看到很多 LeetCode 那种题目了啊、哦，但是呢。请你回想啊，我们这个题目呢，我们这个实作什么是双向的啊 ？LeetCode 原题呢，它是 LeetCode 原题是单向的啊，单向 linked list， 但是我们在底层实作是双向啊，所以你能不能发挥双向 linked list， 而且是环状的，环状双向 linked list， 你可以发挥这个特性去实作出一个需要更少机体存取，但是更快的啊，就是也许时间复杂度呢，还是比方说 big O N。啊，但是呢，你有机会做到什么？就是前面那个，就是时间复杂度是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它前面的系数跟它平均所需要走访节点的时间有没有办法做得更低啊？这个是什么？这就是很值得去思考啊。甚至说呢，有没有可能呢，我改写成一个平行版本啊？就是说，哎，我今天可以从开头跟结尾同时什么移动的节点啊？然后什么？然后让这件事呢更有效率执行啊？这个就是我们在之后作业。围绕在这个linked list 其实还可以再继续前进的啊，所以注意到呢，我们在这边来讲的话，虽然没有讲到并行，但是其实我们希望引导学员很清楚知道我们自己是怎么去开发程式。好，对啊，就说使用 AMD 呢，还是 Intel 的处理器会比较好啊？其实都很好啦，只要你的电脑不要，比方说超过10年哈，或者更早之前，其实如果说电脑是10年内的，其实都蛮好的啊。像我现在用的这台电脑。是2011年出货的吧，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啊、嗯，依旧是很好用啊。然后呢，像另外一台这台机器的话是，LCCPU， 像这台呢也是蛮好的啊，就是它是这个重返荣耀的 AMD 啊，然后这个而且如果说呢你用 AMD 的话呢，
也许会得到一些额外的好处啊，因为我有一些实验，还有一些没有发表的论文。实验环境其实就是用那个 MD 哈。好，但是不管怎样，这两个都蛮好的啊，因为像那个 MD 的话，它有的虚拟化技术叫做 MDV 啊，那 Intel 有对应的 VTX VT， 哎 ，Intel 叫什么名字啊 ？VT 对，叫 VTX 吧，哎呀，确认一下 ，VT。VTD 跟 VTX 啊，好，那其实这些其实都蛮好的啊，所以其实不管你用那个 Intel 或者 MD， 其实都是很好的选择啊。甚至呢，如果说你想不开哈、啊，那你想要用什么？你想要 ARM 的主机也可以啊。好，比方说这边给你欣赏一下哈、啊、ARM 的主机啊。比方说像这台主机的话，就是我放在成大的机器啊。那如果说你想要出去这台机器，跟我讲啊。然后你看这台机器的话，就是 ARM 啊，就是名字就写 ARM Server 嘛啊。然后这东西最酷的地方是什么呢？呜、哦，对你没有怀疑，有没有？哎，对啊，我们先让你知道一个东西叫什么 HTOP 啊。那 HTOP 这个东西很好用啊，就是可以让你去呈现说现在有多少个行程啊，有多少 CPU 啊。但是你看到显然呢，我们在这台电脑上呢遇到一个很大的困扰嘛，对不对啊？就是 CPU 数量太多了啊。那这台电脑有多少 CPU 呢？重新看登录画面啊，这台电脑有224个 CPU 啊，就是处理器啊，所以很帅吧啊。所以呢，如果你想不开呢，想要这种机器来开发程式呢，也可以啊。你如果准备好，请跟我联络啊。就是这上面开发程式真的很爽啊，对不对？就是用不满啊，对不对？哇、哦，好棒哦，好，对，用不满，爽。哎呀，那个同学问的朋友问题。然后呢，对啊、哦，就是 PUF 很多那个一个看不懂怎么办呢？看文件吧啊、哦。然后，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不能直接用虚拟机器啦，因为你原本没有虚拟机器的时候就看不懂了啊、哦。那更别说加了虚拟机器，有的新闻会很难懂，比方说有些栏位总是会领的啊、哦，这是很困难的。好、哦，那这个东西呢，你可以对照我们之前的文件啊、哦，然后那你也要去对照 Intel 的手册啊、哦。所以就是因为 PUF 是一个工具嘛啊、哦，那这个工具背后呢，可能对应到 Intel 啊、哦，或是对应到 MD 的 PNU 啊、哦。那这个 PNU 呢，你就要去查它的手册啦，到底说这个东西对应到是这个 Level One Cache 啊，对应到它的这个 Page Fault 啊，诸如此类这些事件，你就要有一定的认知。好，但是也不用急着一开始要理解啊，你就是先做好这些准备啊、哦。好，那但是在显然我们在第一周呢，我们就需要把小的事情做，就像 Linus Torvalds 讲的，对不对？好、哦，讲什么？他对于那些在云端上面那边游荡的人，他没有什么意见啊，但是他就是看着地面人啊。我想修补在我面前的坑洞，路见不平，拿 patch 来填啊。好，然后呢，这个我们这门课呢啊，就是在这个 CMU 的这个程式码基础上啊，做了一系列扩充啊。首先呢，我们对 Git 呢是有很大的整合啊。举例来说呢，我们这个 Git 已经做到什么境界了呢？啊，例如说呢。例如说这个 list 点 h 呢是不准让你改的啊、哦，就是它这个界面是我们已经定下来啊、哦，因为你就想要说这个东西是 Linux 克隆一部分啊、哦，那这个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可以去善用啊、哦，希望你去认真读手册，读那个 list management API 的手册啊、哦，然后呢知道这些 API 怎么用啊、哦，而不是呢自己加工乱改啊、哦，所以呢，比方说你真的想不开乱改的时候呢，比方说 I want to do something 对吧？好、哦。好，那显然呢，这样的话是一个合法的西元，对吧？啊、哦，那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它也是编译的过，对吧？它是一个合法西元。那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当你在提交程式码的时候呢，他说呢，不准改啊、哦，对，不要，你看上面写啊 ，You are not allowed to change the header 啊、哦，所以就是不准你改啊、哦，所以就是不止 list 点 h 不准你改 ，q 点 h 也不准你改啊、哦。那这个东西呢，就有一定的这个技巧啊、哦，就在这份那个。这份作业说明呢，其实就跟你讲啊，就是这东西怎么做的啊。后面有提到的 Git Hook 啊。那此外呢，像这个，像我们这个作业里面呢，还可以整合这个 GitHub 上的一些操作啊。例如呢，我们会透过 GitHub Action 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GitHub Action 啊？这东西超棒的啊。比方说提交这个程式码啊，你看这个，这是我们助教啊，所以助教呢在六个小时前提交这个程式码啊，然后呢，哎，这是什么？就跟你说，哎，这个 coding style 是通过的啊，所以你看哦，好棒啊，打勾勾，来，好棒啊啊，这所以这个 coding style 啊符合预期啊，但是呢，很不幸的地方是呢，这里面的测试项目呢是没有通过的啊。首先呢，它可以编译程式码，可以编译，可以完成，哎，就在做测试的时候呢就过不了了啊，所以你看到这就
为什么过不了呢？这倒很简单，因为我们给你的程式码呢是不完整的，你必须要把剩下程式码写完啊。然后呢，原本呢是做完 make check 再做 make test 啊，就是前面先做一般性的测试，后面呢去做这个跟自动评分有关的。那既然一般性测试都过不了了，后面自动评分也不用做了啊，所以后面根本就不给你跑了啊。好，所以看到这个 GitHub Action 就可以做这种事啊。那我们来看那个有成功的，我是不是把它删掉了？啊，抱歉啊，这个成功的东西我都删掉了。啊，哎，等一下，来找助教了。就是我们这个作业啊，助教跟我都有一起练习写啊，所以这个，所以中间如果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呢，请你一定要告诉我啊，表示有哪些东西是一定我跟助教都没有想好的啊。好，那么像这个呢，就是有通过的啊。通过的话就是说呢，第一个我编译通过啦，对不对啊？编译，哎，好棒哦，编译通过了啊。那 make check 呢？哦，好棒哦，对不对？然后这些测试项目啊，比方说我去新增资料啦，然后做一些操作啦，像是 reverse 啊 size， 哎，这些通过了。哦，那接着什么？接着是自动评分系统啊，自动评分系统就测试，比方说我在 insert head 啦啊，然后 remove head 啊啊，然后或者什么配置记忆体啦啊，甚至还有做一些效能啊，效能的分析啊，去分析特定的操作是不是常数时间的复杂度啊。那看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整合了一系列工具啊，这个其实是跟 CMU 的这个原本的作业比起来，我们就丰富很多啊。那而且这些自动测试呢，也让各位可以有机会更清楚说这些专业的程式开发应该要注意到什么事啊。好，那像这个啊，像刚才在讲啊，那还有对会读论文啊，对，不要怀疑啊，我们这门课呢跟其他课很不同一般啊，我们这门课呢又要理论又要实作还要读论文啊。那很多时候呢，我知道有些实验室啊，所谓读论文就是帮老师做漂漂亮亮的简报啊，所以这样你不需要做简报啊，你也不准做简报啊，你不准给我做漂漂亮的简报，不准啊。你要做什么事情呢？你要告诉我这篇论文他讲什么啊。那你也不能帮我画重点而已，不行啊。最好什么呢？论文里面是不是有实验，重新做一次实验，甚至你告诉我论文里面哪里写错了啊。你说论文怎么会写错？当然会写错啊，不然或者什么不合时宜，对吧？啊，十年前那篇论文可能是对的，但是十年后可能那个论文很多地方都是因为处理器会改啊，作业系统会改啊，或是当时的时空场景，或是后面人有更多的想法，会导致这个过时啊。所以注意到哈，我对学生的期待其实很简单，真的，你不需要花时间做什么漂漂亮的投影片啊。包括这门课在内啊，包括我自己以身作则啊，就是我其实只有第一周会认真给你做投影片，后面几周都不需要投影片了，对不对？后面几周都是这种东西啊，对不对？直接什么拿一段程式码开始讲解啊，拿一个就直接操作给你看啊，或者说你问我论文这篇论文在讲什么，我当场跟你讲啊，他在做什么，这没什么特别的、啊，对不对？本该如此。好，然后呢，再一次呢，我们就整合了一些这个强化机体侦测的工具啊，比方说这个 Azure Sanitizer 啊 ，Sanitizer 这个词很好玩啊，这个东西你一定很熟，因为 COVID-19 影响到处的嘛，到处有那种那个消毒啊，所以那种消毒杀菌的东西呢就叫 sanitizer 啊。然后 Azure sanitizer 就是什么呢？就是机体的操作呢，很可能会有一些臭虫啊，可能一些危险地方存在啊，那就是可以透过这种工具去强化这个侦测啊。后面会提到。然后呢，再次呢，刚刚有展示给大家看啊，我们真的有很多很强大的工具啊，可以嘛？可以让你说，哎，有些东西不准你改啦，或者有些东西呢，就会有些检查啊。例如我们再做一次啊，比方说什么呢？我们刚才知道就是 list 点 h。跟 Q 点 H 不准你改嘛，对不对？就是我们有限制这个大家不准改啊。那但是呢，如果说呢，我们来改一段程式码啊，像这个，那这一段呢，我们怎么改呢？比方说呢，我去写一个什么呢？写一个像这样啊。好，比方说我去写一个 M 啊 ，malloc size of， 注意到 size of 是什么？它不是function啊 ，size of 是一个。size of 是一个 operator， 好，所以你看到，哎，我假设是这样啊，然后呢，我这边改成这样子，好，哎，你说这个工具可不可以编译过？哎，可以过哎，啊，那你很期待啊，对不对？好，来，哎，结果你要 git commit， 看到我要 git commit 的时候呢，结果你看，哎，他跟你说什么？他跟你说呢，你这个东西不完整啊，而且你可以装一个工具很棒，叫做 color diff。那这个工具装完之后呢，会显示更漂亮的东西给你看。一样执行那个命令、叫做 git commit。哎，结果什么？他跟你说什么呢？就是我一那个这什么色？绿色。
绿色呢是我们预期的 coding style。啊，然后呢，红色呢是你原本修改的啊，那所以看到你原本修改跟预期的东西就差什么？你说不就差四个空白？哦，四个空白差很多啊，啊，所以请你干嘛？请认真的写啊，一样，这也是什么的威力？这是 Git commit 的威力啊，就是它可以让你去写出符合预期规范的啊。注意到这个规范不是最好，但是它是可以去协作，尤其在这门课啊，我们希望呢引导学员们可以有纪律，而且在开发阶段就想到他人。想到自己的程式可能有一天被千千万人使用啊，你要抱持这个想法去写啊，就是你想啊，如果说你写的东西永远就是常驻名山，而且就自爽的，说真的好，那这个就算这样，这种工作可以让你赚到钱，我相信你也过得不开的，对吧？啊，而且赚钱方法多的是啊，对不对？哈，能够去轮班的也可以赚钱，去炒地皮呢也可以赚钱啊，去那个开个 YouTube 频道来挤一挤也可以赚钱，对不对？你非为什么要去找一个很没有成就感、让你不开心的事情来赚钱呢？对不对？好，好，那你看哦，所以跟他跟你讲什么呢？就是呢，就是要用这个工具，可以 format， 可以干嘛呢？可以让你去排版啊。哎，你看哦，这次呢，我重新提交的时候呢，哎，哦，就刚才那个格式问题就排除掉了啊。哎，这时候新的问题来了，新的问题是什么？哎，他跟你要说什么？就是这，你看，这就是静态分析，那就是 static analysis 啊，就说，哎，你这个 M 呢，你这边配置了，但是呢，没有去释放。哦，你隐约发现什么呢？就是我这边做 new 啊，但是呢，我应该要干嘛？我应该要去释放。所以呢，你还可以思考说，哎，对耶，那这样子的话，我该怎么去释放呢？啊，所以呢，你可能会想要改写啊，然后比方说你想要这样写，好，然后哎，那这样的话呢 ，git commit， 这样编译呢还是过得了，对不对？啊，那 commit 的时候呢，哎，又来了，对不对？啊，跟你讲格式，懂了，对不对？注意格式，好，来注意格式，好，你说哦，总可以过了吧？哦，对不对？他还跟你讲说什么呢？跟你说这个东西呢是有问题的，对不对？那你就要去思考啦，到底中间发生什么事啊？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些 git commit 的，就像旁边有个老师啊，在旁边给你耳提面命啊，给你一个叮咛你啊。好，除了那以外的话呢，甚至什么呢？甚至好，比方说呢，我们来改不改程式码了，我们改说明好了，就是改一个什么？你说啊，程式码会被检查老半天，我觉得很烦啊。然后比方说你就加一段啊 ，it rocks。好，这显然只是一个只是一个描述而已啊，对吧？好，然后呢，你说呢这个东西呢，我就是想要做测试啊，那我测试因为没有改到程式码，所以那些静态分析都不会遇到，你就写 it rocks。好，那这时候呢就有新的悲剧啦啊，就是什么？就是你看这个 it rocks 呢就看不懂他在干嘛了呗啊，就是不知道在写什么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对这个后续呢要去分析要去研究呢其实就是、啊、就很不好啊。所以为了这件事呢，其实呢我们是有设计一些机制啊，比方说呢你看我们再一次啊，再修改啊，比方说这个 it rocks， 好，哎 it works 也可以啦。好，所以你看啊，我们这边呢这边就很没有资讯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这 commit 呢可以帮你什么事呢？比方说呢你就写一个什么 updates。好，那这时候反例方什么？哎，不准什么 ？Do not write single word commits 啊，顾名思义是什么？不准你只写一个字的啊。然后你说那个所以怎么办呢？你可以按一啊，继续编辑。你说 commit update something 啊，那结果就 something 的时候呢，不小心写错字了啊，写成这样啊 ，update something 看到没有？少一个 g。哎，他变成什么？你是不是拼错字了？哎，对不对啊？再次鼓励什么？再次提醒你啊，把东西写好，拜托啊！好，所以呢，你非得要写一个合法的这个英文字啊，啊，或是说离开啊，就是我不要再继续什么，我不要再继续 commit 啊，我真的还没有准备好啊。所以看现在状态什么？哎，我做了这个修改，但我后来认真想想，我真的不该改这个，所以干嘛就把这东西清干净啦啊，对啊，真的写像样程式嘛啊。所以你看，我们透过这些 git pre-commit hook 啊，可以引导你呢写出一个良好。这边良好不是说呢，这一定这样做才是对的。但是呢，是考虑到跟他人合作，考虑到你这个东西日后会变什么，你写出来的东西会变 somebody 写的 something 啊，所以我们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啊，用高标准啊，还记得吗？高标做事，低调做人啊，那所以其实反映到我们写程式啊，好，那所以你看这边其实就做很多这种规范啊，甚至呢里面还有个 sum 啊，这 sum 的这个东西在干嘛呢？就跟你说有些function呢它是有那个安全疑虑的啊，那这边就会跟你讲啊，比方说有些function呢叫 gets 啊，好，所以是给你看，就是比方说呢我改一段程式码，第一段改什么呢？ Qtest 啊，
那 Qdesk 里面有 main 还是 lab 啊？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写一段嘛，写一段什么程式，直接复制一上，复制一段过来哈。好，这个我们直接呢，好像这个哈，然后 gets， 好，连注解都拖过来啊。好，所以显然呢，这段程式码呢，它是什么？哎，你看这好玩的哦，你看哦，我这个，好，要宣告了啊。gets 呢是在哪里呢？是 SDDIO， 好，所以把它加上去。好，那你说这次呢走该对了吧？啊，有没有？他说，哎，这个东西什么？就是，哎，你发现什么？好玩的地方是什么？他根本不准你什么？不准你用 gets 啊，对不对？好，你看有趣吧？啊，所以呢，像我们这个系统呢，就会去给你一些限制啊，然后而且不是只有这个 gets 而已啦，然后其实后面还会列出好几个，比方说像 sprintf 啦，反正就是这边列出一系列都可能是吧，会有安全疑虑啊，就是这个啊，就是普遍来讲呢，就可能会有安全疑虑，然后那么就会给你就做这种对应的这种限制啊，引导你写出更安全有效的方式啊，所以看到这种东西呢，就会建议你把它移除掉啊。然后呢，我们这 makefile 其实也蛮模组化的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 makefile 啊，虽然它乍看乍看好像复杂啊，但是就是它其实是就是你可以相对容易理解说，哎，这个东西是怎么建构起来的？因为之后呢，我们有机会可能不是改到 Linux 核心的程式码，但是会用到啊跟 Linux kernel 有关的程式码，比方说我们去撰写 Linux kernel 的 module 啊。那这边呢就要讲到我们有一个东西呢，有一本书呢，也是我们。师生一起在撰写的书啊，这东西叫 LKNPG。LKNPG 呢，其实距今呢已经有超过20年的历史了。这对某些同学来讲，这本书的那个年纪还比你大，对不对啊？好，那这本书呢是这样啊，就是说呢，这本书呢在20年前撰写，然后呢也有纸本的书本发行啊。但很不幸的方式呢，后来呢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沉寂的啊，就是就没有更新了啊。那但是呢，去年因为教学的需求呢，我就把这本书拿出来啊，然后把它针对，因为它过去是针对 2.6 克隆啊，很旧很旧的版本啊，那我把它升级到 5.4 啊 ,5.10 啊，或者更新的版本啊。好，那这个就是一个电子书，那你可以去线上去浏览，那你可以去下载这个PDF 啊。好，那这本书呢就是撰写 Linux kernel 的模组。那 Linux kernel 呢是支援非常多模组的啊。例如说呢，你在 Linux kernel 里面可以输入这个 ls 命令啊，注意到不是指令，是命令。各位念一次 command 叫什么？叫做命令啊。那什么是指令 ？instruction 才是指令啊。所以你看，一样，你为什么要读书？对吧？你为什么要查字典？因为汉语里面太多词汇，我们就是这样，就是鸡飞城市，然后呢就是不求甚解啊。这个不求甚解也没有什么错啦啊，就是。浪漫的时候可以，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是做工程的，讲话要精准，慢啊。好，那所以呢 ，S 这个命令输入之后呢，然后你可以看到，哇，这边好多模组啊。然后呢，这本书呢，就是引导你去写科隆的模组啊。所以，比方说呢，你看这边就是一个科隆模组啊。所以你在这边来讲话呢，你就可以干嘛？你就可以，比方说，你可以，哎，我们先把它切掉。比方说，你就会去。编译这个 Linux 核心的模组。那这个 Linux 的模型模组呢，你看到、哦、这边有 hello 对不对？好，大家猜出来干嘛？好，就是在 kernel 里面印出某个东西叫 hello 啊。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其实可以做非常多事。那一样你就需要去掌握啊，就是怎么去写出一个有效的 makefile 啊，否则你没办法很清楚的去，因为毕竟你看我要建构这么多核心模组啊，那中间可能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操作，比方说要去指定一些特别的编译参数。这些东西呢，都有赖你对Linux 核心的这个对 makefile 的那个熟悉度啊。好，那么继续吧。好，然后过程中呢，也会给你一些建议啊。比方说呢，就是有很多同学在使用这个要把程式码提交到 GitHub 的时候呢，有时候遇到说我总是需要频繁的去输入密码啊，那、哦、觉得很烦啊、哦。那所以呢，像这种东西的这种小提示呢，我们就会加进去啊、哦。我近期又希望加一些好玩的东西啊、哦，例如说加一些可爱讯息啊啊、哦。什么叫可爱讯息呢？例如呢，最近在实验啊、哦，就是因为我也最近在尝试教我女儿。想要教我女儿写程式的概念啊，没有真的要教她写程式啊，就是一些概念啊，希望可以传递给她。好，那但是呢，你知道小孩子就是可能专注力不是那么集中了哈，
想的好像大学生专注力就比较集中了，没有，并没有。好，那但是呢，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说呢，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说不定我们可以开发一个一些那种一些界面啊。好，就是比方说呢，我们再增加一个哈，皮卡丘，好对啊，所以这也许呢，也许你稍后在那个2月15号啊，或者稍后你就可以看到这段程式码啊。那像这段程式码呢，就很有趣啊，比方说你看到它的这个 check 啊，那这个 check 呢，来欣赏看好啊，你们好期待啊，对啊，好，比方说这个 push， 抱歉，你看这个，好了，比方说呢，这个你看到这段程式码呢。这个一开始是编译呗啊，那接下来呢就是哦，皮卡丘跑出来了，对不对？我要用这个啊，就是一开始会印出皮卡丘啊，然后会印出这个，呜、哦，我写出什么垃圾啊，我难过，我愧对纳税人啊，对不对？好，对，现在都懂啊。好，反正就是，也许呢，我比较有空的时候会把这东西把它写完啊，就是可以跟你互动的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做静态分析还是很简单，就是只是去分析程式的语法啦啊，然后帮他说你的 commit message 好，那但是我最近又读了几篇论文啊，给我很大的启发，所以也许会做一个那种互动式的工具啊，那就会像这样啊，所以这蛮有趣的、啊、对不对啊？就是在那个 GitHub Action 上可以看到皮卡丘啊，可以看到这个，对不对啊？然后你写程式写到一半的时候，会有一个东西弹出来说，哎呦同学，现在凌晨三点了，不要熬夜了好，那或者说既然你熬夜了，那你就跟老师一起做，反正老师早上五点才睡觉啊，所以你可以跟他线上讨论啊，是不是？好，或者也许过一段时间会去那 Google Calendar 去看说，哎，老师哪里几月几号晚上睡不着啊，可以跟你线上聊啊，反正就是这个东西我们可能之后也可以来做啊。好，那总之呢，就是说呢，我希望呢就是强化啊，强化这个 Lab Zero 啊。那也为什么那么重视这个作业啊？那也是因为说我希望这门课可以有机会让更多人啊可以自我的学习。那就像前面在课程说明提到的啊，其实在这个时代，这是呼应蔡志浩博士讲的啊，其实我们要有个强大的自学能力，但是往往很多时候呢，各位只是去阅读书刊，阅读论文，但你很难有机会说，哎，我扎扎实实把某些东西从底一路往上延伸。好、哦，但是 Linux 课程给我们很棒的机会，它让我们有机会一路从最底层的，然后往上。好、哦，然后往上呢，它可能旁边呢要同时要了解编译器啦，了解硬体加速啦，了解 GPU 的行为啦，啊，了解这个网络封包的原理啦，啊，了解这些，比方说像 IRQ 啊、DMA 啦，啊、哦，甚至是还要考虑到不同机器之间的一些特性。它是有机会让你一路从很底层的，然后到最上层都有机会去掌握啊、哦，所以我想这个 Linux 核心呢是真的是很棒啊、哦，就是它作为一个自学的标的，它很好啊、哦，但是需要有人去引导啊、哦，所以我们就是我这几年呢有空的时候我就在做这种事情啊、哦。好，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呢？再来是我们这个工具呢啊，相对 CMU 原本版本我们做一些扩充啊，比方说这个 Qtest 啊，一开始之前它就是印出一个 command line 叫 CMD 啊 ，CMD 啊，对不对？这是 command line， 然后呢你可以打 help 啊，然后可以出现这些讯息啊。那说这个东西好无聊啊，啊，那跟你讲有趣的地方哈，比方说你看我现在打 H1 啊，然后这时候呢我按下，注意到啊，我这时候按下 tab 在哪里呢？就你键盘左边那个 tab TAB 啊，就是那个 caps lock 上面那个啊，或者 shift 上面两个那个按键叫 tab 啊，按下 tab 之后呢？哎 ，help 就跑出来了哦，帅吧？好、哦，更帅的地方还在后面啊，就是因为我这些命令后面呢，都其实就需要安插一些动作啊、哦，比方说呢，我们可能会有什么 option， 对不对啊、哦？我可能 option， 然后我就你看到、哦、我这个 option 呢，我按 tab 啊、哦，注意啊，按 tab， 哎，它就可以什么？它就可以把这些后面的就参数补完啊、哦。你看我抽到我没有一直在打字哦，啊、哦，我不是在炫技说我打字多快，不用啊、哦，就是我们就可以帮你自动补完啊、哦。那这个东西呢，背后呢也会有说明，后面也会说明说，哎，这个东西怎么做的啊、哦？那所以这个东西让你这个 command line 啊、哦，可以更友善。好、哦，所以事实上呢，如果你已经用那个 GSH 啊，或是用这个 bash 一些进阶功能，其实这些就有啊、哦。但是你过去可能只是说啊，我只会拿 GitHub 上啊，或者网上的教学啊、哦，现在不用，你现在自己就可以做出这种一个做出这种有效的命令提示啊、哦。好，再讲一次啊，命令啊 ，command 这个字呢是什么？是命令啊、哦。那命令是高阶的啊、哦，所以比方说，你看哦，那些战争片里面啊、哦，指挥官他下达的命令啊、哦，命令什么？是给人听的，叫命令，对吧？好、哦，那但是为什么我们讲那个 instruction set， 对吧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ISA， 为什么呢？因为 instruction 是给机器看，它是很低阶的东西啊、哦，所以呢，汉语呢来讲话，就汉语太多东西了，因为我们
我们学汉语的好处，我们汉语的天生一个好处就是很容易望文生义。好，在英语来讲的话，很多字呢就是一旦变成简写，你就很难区分了啊。但是汉语来讲的话，就是它可以变得很短啊，然后呢，可以用很少的空间，然后可能很容易去猜出它的词汇。但是就太人们就太容易呢依赖这种望文生义啊，那导致呢就很多时间在幻想啊。那但是注意到我们在这门课呢很强调这些用词啊，所以拜托不要把命令跟指令搞错了。他们的确很像，但是你一定要区分啊，因为这门课两个东西都用到。对吧，起来在这个作业你会看到命令跟指令啊。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内建自动评分程式啊，你打 make test 的时候呢就会自动评分啦啊。然后呢当然一开始呢什么屁都没做，对吧，什么屁都没做就没什么分数了啊。先送你11分啊，就是那是目前啊，也许那个我们2月15号的时候又会把这个赠送分数拿掉啊，反正就看怎么设计了啊。好 ,anyway, 就是说呢我希望让大家理解到，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对这些细节的重视，就是希望引导大家有这些基本素养，可以真的把小的事情做好，真的善用这些开放原始码工具，真的去做能够累积的事。而且呢，唯有对这些细节的掌握，你才有办法什么去攻克像 Linux 科目这么什么这么庞大啊，庞大的这些开放原始码的专啊。你要知道，就是呢，依据 Linux 基金会的统计呢 ，Linux 核心。每个小时改版八次啊，就是有八次的提交，不是改八行的吧，是有八个 commits 会被提交。那每个 commit 呢有可能是改个一行啦、啊、改个十行啦、啊、改个一百行一千行啊，或是上千行都有可能，对吧。所以你在想，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可怕、啊、你看我们从刚才这个课程说明到现在，对吧，不知不觉呢就有平均来说就有16个 commits 已经发生了。对不对，结果你当然也不要为了这些感到挫折啊，对不对，就是因为 Linux kernel 是一个 moving target 啊，我们在之前课程说明一直强调 moving target 啊，所以呢你唯有什么，你唯有把你的瞄准，就是枪的瞄准，弹药的补给啊，还有这个你的基本功啊，就是打好啊，你才有办法针对这些 moving target 啊，而不是乱发一通啊。乱发一通有时候运气好打到啊，那不能叫成就，那只是运气啊。尤其是工程人员不应该把自己的未来把自己的专业放在运气之上。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些开发环境的设定啊。开发环境的设定呢就是建议你呢安装好 Ubuntu Linux 啊。那在这一次的第一次的作业呢，你可以通过虚拟机器安装啊，因为我们第一开始对效能没那么在意啊，但后面就会需要啊。好，然后呢当然你显然要注册好GitHub 账号啊，那你最好不要去注册什么 A338355611 这种东西的啊，不要注册这种东西啊，因为你要想一件事啊，就是你以后拿到一个履历表啊，那履历表的时候呢就写哦你好，我是某某某啊，我毕业于成大资讯系，那我的 GitHub 账号是338351166啊，对不对，这很奇怪嘛，对不对，你应该干嘛，你说你看换一种方式来介绍自己有没有简单的啊，我是谁不重要啊！啊，你在 Google 搜寻找打到这五个字就可以认识我了啊！那不是简单多了，对不对？好，好，那所以呢，有一个响亮的 GitHub 账号呢，其实蛮重要的啊，让人家更容易理解你啊，而且人家想到说，有一天你会跟一堆高手合作啊，一堆高手合作的时候，其实需要一个响亮、简短啊的 ID 啊。那这个，那如果你取名字不知道怎么取的时候呢，其实呢我有点概念啊，就我有空的时候呢，就会读一些书啊。那这个书呢，越读越怪啊。比方说呢，像我之前在读一些西夏啊，读一些这个党项腔啊，那就是还有那种傣族的那些文化啊。那你说为什么读这些东西呢？因为我就要看啊，就是看那个他们取名字真的很难啊，因为这人头要取一个很简单的词啊。但是呢，就是去读这种不同的书啊，然后就会发现不同的发音啊。像我之前就发现党项腔他们的，因为他们其实是从啊，就从他其实从高原环境迁徙到河套啊、哦。那当然就是说那个他们后来建立的那个西夏国啊、哦。那但是有趣的地方是呢，它的音的变化呢，其实有些音呢是很值得拿来当什么当个专案使用啊，就是有些音很简短啊、哦、又好用啊、哦。那或者说呢，像这个像我之前有些专案，比方说叫妈祖对不对啊、哦？你看我一个专案叫什么？叫做妈祖 Unix 对啊、哦，那这个其实也是一样啊，就是取一个响亮的名字啊，响亮 ID 呢，其实这也是学问哈、哦。因为这年头呢，要抢到一个好的账号，其实就是抢到一个短啊、哦、又好记的那个账号，其实不容易哈、哦。那反过来说呢，这就是你跟别人拉开差距的妈祖啊、哦，对啊、哦，所以像这个嘛，就是你看我们这个有个的妈祖 Unix 对吧？啊，类似这种东西哈，那其实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 you know 一个乐趣啊。好，那。
总之呢，就是请你把这个账号设定好。好，当然如果说你开始想不出什么账号，那就先弄掉。好，但是请你知道，就是说，人在看 ，Google 在看啊，人在做 ，Google 在看啊。好，然后注意到呢，比账号更重要的东西呢，叫做电子邮件信箱。好，那我们这门课呢，常常会收到电子邮件信箱的通知啊，就是比方说自动评分程式呢，它如果告诉你说，哎，哪些内容没有做好啊，那会发 email 通知你啊。那授课教师呢，也会发 email 给你啊。然后呢，我们甚至会邀请其他学员对学员们。广泛的学员们进行 code review 啊，那 code review 的时候会留下一些讯息，留下一些这个针对你这个程式嘛，有些意见啊，那这些意见也会透过电子邮件信箱发送给你啊，所以呢，比你的账号你可以慢慢想啊，因为 GitHub 账号是可以改名字的啊，所以你想一个响亮简短啊，然后有特色的啊，你看像你看我刚才这台机器啊，像我这台机器呢。也蛮有趣的，你看，我们这台机器叫什么名字？叫普优马，哎，对不对？好，就是普优马列车那个普优马，对不对？那我去注册一个普优马，对不对？还蛮酷的啊。然后呢，像我还有注册一个 domain name 叫什么？叫做 RT Max 啊，这就是我之前开发一个作业系统啊，叫做 RT Max 啊。那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就是因为要找到五个字元的那个 domain name 啊，四个字元的 domain name 呢，大概在2013年就注册完啊，那现在五个字的那个 domain name 呢，几乎已经被注册完了啊。就是我很久没有去统计了啊，就是我之前无聊的时候都会买一好几套那个啊 domain name 啊，所以你大概知道为什么要去看西夏文啊，好、啊、要去看那个傣族什么的哈、啊，就是把那个比较频繁的词文都来注册一本啊。那如果运气好的话呢，就可能会有人跟洽谈那个什么这个估价啊，那又可以赚一点零用钱嘛，啊，如果不赚零用钱的话，你看，哎，有一个简短的 domain name 也蛮爽的哈。好，那总之就是说呢，就是呢，取一个响亮的名字真的很重要啊，就是想说你要想我们在网络的世界，尤其在专业的世界啊，你的 GitHub 账号是代表你的活动啊。好，那当然，首先呢，你把 Linux 装起来之后呢，就要安装这个必要的套件了，所以这边请你务必呢，好好的把这个套件装起来啊。然后呢，GitHub 使用呢，已经有非常多的指引，然后请你参照这些啊，去使用啊。那这边来讲的话呢，我们有帮着大家收集啊，收集一些对应的教材啊。我们除了有简短的这个设定指引呢，那有完整的这个线上教材啊。那甚至呢，也可以看我们成大的校友啊，这个蔡德明教授啊，他的那个整理的这个鸟哥私房菜啊。好，然后那在特定的状况下呢，有些套件你需要升级啊。那比方说像这个 CPP Check， 刚才讲到这个静态分析工具啊，如果它太旧的话呢，会有一些问题啊。所以像这边来讲的话，就建议你要用那个 Snap 啊。Snap 呢跟上面的 apt-get 呢，不同的理念啊。apt-get 的话就是说呢，因为那个 Ubuntu 啦，或是 Debian 的套件也好，他们花很多心力去做检阅，花很多心力呢去探讨里面的一些安全问题啦。啊，或者是说一些商标问题啦，他们花很多心思去思考这些事。那但是呢，反过来说，有时候我们只希望用到新的套件，没有要一定要那么深度的那个探讨啊。那你有时候对那些专利啦，对那些商标啦，也没那么在意的时候呢，那怎么办呢？啊，你可以直接用 Snap， 好，那就是允许你用最新的工具啊，去最新的套件去使用啊。在这边来讲的话，请你用新的套件啊。像我在电脑上呢，它 CPU Check 是什么版本呢？这个怎么样？是 1.90 啊，这就显旧了啊。那如果看另外一台的话呢，这一台电脑是 CPU Check， 就是已经到 2.7 啊，对，看1.90跟 2.7 显然这很大的差别嘛，好，好，所以呢，你就需要去安装一些比较新的CPU Check 做静态分析。好，那为什么那么重视这些事情呢？这边就是套句林肯说的话啊，他说呢，如果我有8个小时可以砍一棵树啊，那我也花6个小时把斧头磨砺啊，那你说这件事是很浪费时间，要看你怎么想啊。如果呢，你只是砍一棵树，的确花了六个小时，看起来这个投入的成本跟得到的效益可能有很大的落差啊。但是呢，如果呢你今天是砍一棵树，接着又砍下一棵啊，那你这个砍完树之后，你可以去加工，可以做个桌子啦，甚至是做木材的批发啊，那你有一个锋利的斧头就很重要啊。那我想呢，很多人呢学习 Linux kernel 或者学习开放源代码技术，往往都忽略这件事，因为很多细节往往就是让各位迈向专业。你看我们课程讲到现在，我有跟你讲作业系统原理吗？没有。课程讲到现在，我有跟你讲 Linux kernel 开发的这些概念吗？没有。我讲到现在为止呢，有跟你讲说 Linux kernel 的这个包含哪些重要的子系统？没有。我什么 Linux 有关的
高阶知识我都没有告诉你，我反而讲一堆琐碎的事情。很多同学就会很奇怪，为什么一直讲琐碎的事？好，但是我希望，用林肯这句话来解释我的投入方式，我的授课的方授课的一些理念啊。好，然后注意到呢，因为我们这个作业呢，每年每个月都会持续的去编修啊，所以呢，你也不用太早写作业啊，你慢慢把这个慢慢改，把这个作业要求慢慢看完啊。但是呢，你什么时候再看写作业就好啊？请你在2月15号之后啊，2月15号的下午3点之后再看写作业啊。因为在2月15号的这个下午3点之前呢，我跟助教可能会跟动里面的内容啊，比方说加一些额外的检查啦，去改变这个程式的要求啊。所以请你在2月15号3点之后呢，把这个页面刷新啊，然后呢重新去 fork 啊。那如果说呢更早之前已经 fork 怎么办呢？啊，请你参照对应的这个材料啊。你要么就把原本 fork 的东西改名字啦，啊，或者说把它移除掉啊，反正取决于你怎么做了啊。好，总之呢就是要重新 fork 啊，这件事很重要啊，因为我们一直会追加新的素材进来啊。好，那底下有一些说明呢，自己看啊。那这边有些词呢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啊，这个字呢的翻译呢叫做目录啊，那不要跟档案夹搞混了，档案夹的英文叫什么？叫 folder 啊。那这个东西呢是什么 ？directory 啊，那个是目录啊，不要搞错了啊，这个。档案夹呢是谁发明的？是 Microsoft 发明的啊。Microsoft 发明档案夹没有多久，它是1995年以后 ，Windows 95才出现档案夹这个词啊。Microsoft Windows 呢，在这个1995年之前，其实也是用 directory 啊这个字啊。那 Unix 呢，这个 directory 什么时候去发展的？这个东西出现超过50年了啊。所以来看，一个是超过50年，一个是距今25年、26年啊。你觉得哪个东西参考价值比较大啊？当然是50年啦啊。而且呢，目录的像我们就会讲个什么叫做 directory structure， 叫做目录结构啊。会不会有但是把这个字换成 folder 就不对了，对啊？你看什么叫档案夹？档案夹就让你装东西的东西叫档案夹，对啊？这个东西叫档案夹嘛，对啊？所以呢，像我这边有一个合约嘛，啊，哎，这合约是什么合约呢？可以给你看吗？啊，算了，不给你看啊。啊，反正总之就是说，这个合约里面呢，就写来嘛，写来就是装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档案夹里面啊。但是呢，这个档案夹呢，会有一些问题啊，因为目录里面可以有目录，哎，档案夹里面可不可以有档案夹呢？哎，这个是好问题，对吧？啊，档案夹你知道可以里面放，可以存放资料的，对吧？啊，但是你看到，如果我要建立一个树状结构，让档案夹里面有档案夹，这听起来这样，在实务上就有困难了。你会在一档案夹里面塞很多档案夹吗？往往你不会这样干，对不对？但是我们在真实世界中，尤其在 Linux 来讲，我们有一堆目录啊，给你欣赏什么叫一堆目录。还记得我们刚刚不是有一台机器吗？啊，有很多 CPU， 对不对？啊，就是。那我们就来欣赏那个一堆目录是什么样啊。好，你看我到一个目录叫做 SYS 啊，就跟系统有关的资讯就会显在这里啊。那按你打下 find 啊，你会发现没完没了，一直画面一直在更新啊。就是这些画面在干嘛呢？啊，就是跟你讲说呢，系统资讯呢用目录的结构去呈现啊。所以显然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大量的目录啊。你看我讲话讲到现在，画面还在更新，对吧？啊，我跟你可能喝个水吧，还可以，来，是吧？你看。这个可能茶都可以喝完了啊，对。好，所以注意到啊，再讲一下，这个东西是 directory 啊，目录，千万不要讲的档案夹，拜托哈，就是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啊。档案夹呢是 Microsoft Windows 为了让作业系统更便民，所以尝试用一个比较人性化的词，但是 directory 呢是一个什么？它就是一个专有名词啊，而且专有名词呢已经超过50年啊。好。啊，首先呢，你就是在取得你的程式码啊，但是注意到啊，这边呢是你在做平常测试的，那底下呢是 fork 啊，那我们预计呢在2月15号之前啊，下午3点之前呢，会追加一些检查啊，就检查说你有没有正确 fork 啊，有没有正确的开启某些选项啊，然后有没有乖乖的写作业啊，所以今天我们希望追加这些功能啊，因为很多同学都跟我说呢，你想要选修可以啊，我们选修没有什么特别限制吗？你想加签就给你加签啊，但是如果你没有写作业呢，我们就会去查啊，我跟助教正在写一些程式去查你有没有乖乖写作业啊，或者说呢，你有没有什么，你的写作业是因为写作业是要跟自己比的，是要看到自己成长的，就很多人就是为了交差，就是哎东看西看，然后把别人的作业啊都东抄西抄啊，也不说不行嘛，但是你没有什么成长啊，所以我也会写一些工具去判断你是不是只是为了交差啊。那这个东西原理不难啊，因为如果你是完整是自己写的，你就会有历程，那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失误啊，然后你可能会在一些比较密集的，就是不是只是集中在同一天，你可能在比方说星期二开发程式，星期三开发程式，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啊，这是什么？表示你花了很多心思在这门课，而且持续想到一些改进方法。
好，那反过来说呢，只是在交差，就是他可能在最后一天，比方说呢，2月28号是我们表定的什么交作业截止时间啊，那你就可能在最后一天，哎，才去拼凑几个一个 commit 啊，其实很快就可以把它观察出来啊。然后呢，你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啊，就是其实蛮多论文啊，就专门在教你怎么抄袭啊，这蛮有趣的啊，竟然而且还排名还蛮前面的论文啊，所以呢给我很多启发啊。那当然我不是故意为了要抓抄袭啊，我主要是在关心同学啊。好，然后呢这边呢就是我们的 makefile 很特别啊，就是你看哦，我们的 makefile 呢我可以 make 打 make 的时候，你看一开始是只是这种讯息啊，但是呢我也可以干嘛呢，我也可以用这个verbs 可以看到什么，看到细节。哦吼，看到细节了，好棒啊，对不对？好，看到很多细节，对不对？好，那这个细节呢蛮重要的，因为你之后呢搭配这个我们后面会提到的讲座哈，比方说你所不知道细元编译器的最佳化啊，那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哎，这个东西这么多参数，那么多你看不懂的东西，具体来讲是什么意思啊？比方说这东西呢就是打开最佳化啦啊，那这东西就是加入这些出错讯息啊，这些东西在这个我们讲座也会提到啊。好，然后那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这个 Q test 啊，那其实这里面有就是有很多内建的命令啊，而且呢你可以按下 tab 啊，比方说你有个命令叫 reverse。啊，那你打个 RED 啊，按 Tab 啊就不玩啊。好，那所以你看，它就是去呼叫对应的操作。那当然，在我们现在实作来讲的话呢，因为我们实作目前没有什么，目前没有内容啊，所以它就是反馈说，哎，现在是什么，不能在一个空空如是也的一个助列上做 reverse 的操作啊，因为这没效啊。好，然后呢，注意到呢，这里面呢还有个东西呢，就是当我在打 make check 的时候呢 ，make check 到底执行什么东西？来看 check 啊。那个这时候呢就会执行这个 EG 啊 EG 啊，然后这个 EG 呢就是什么，这边注意到这边 EG 是什么鬼的啊，这个 EG 呢是 example 的意思啊， for example 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啊就是这怎么来的，因为英语呢其实蛮多字来自拉丁文啊，所以注意到啊，下次不要写 EX 啊， ES 呢其实是什么， ES 的意思是比方说前男友啊，前主管啊，我们叫 EX 啊，或是 exercise 啊， ES 呢它是 exercise 的缩写啊，但是显然这个东西怎么，这边是一个example 啊 ，for example 啊，所以不要搞错了啊 ，exercise 跟 for example 的落差很大的，好，拜托不要搞错，啊，对啊，所以这边是一个 for example 啊，好，再来，好，再来，就底下有交代说这个东西自动测试怎么去开发的啊，那请你详阅相关的材料，然后这边来讲话要跟你介绍说呢，哎，为什么我可以侦测到这个机体的问题啦，侦测到这些相关的这种疏失啊，这个东西怎么去实作的啊，也有告诉你。好，然后呢claim format 这个工具呢非常强大，就是可以依据指定的格式啊，然后去排版啊，那我们也运用这一个 claim format 的工具呢去检查啊我们的格式，就是学员提交的程式码跟我们预期的格式有没有冲突的啊。然后注意到呢，在 Linux kernel 里面呢缩排呢其实是用 tab， 但是这门课呢为什么用那个四个空白呢啊，注意到啊，这门课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可能会做 code review 啊 ，code review 就是因为考虑到程式码可能会投射在教室里面的投影机上面啊，所以如果说呢你用 tab 的话呢，那个间隔可能会拖得太宽啊，所以导致说我们在课堂上做讨论的时候呢，可能这样，很可能这个大家程式码会就拖得太长啊。好，那所以我们用四个空白啊，就可以避免这种程式码过宽的问题啊，那方便课堂讨论啊。然后呢再来是呢，因为 HackMD 呢预设的缩排呢也是四个空白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搭配这个 HackMD 啊，所以你把你原本的程式码已经针对四个空白缩排，然后贴到什么 HackMD 的时候呢就比较方便啊。然后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说呢还有包含说像不同的编辑器啊，它也会有这种偏好啊，比方说它要偏好用四个空白啊。那这个像 Google 的这个 C++style guide 啊，其实也建议使用空白，他的考虑不一样啊，他考虑显然不是为了课堂讨论啊，那他有另外一套说法啊，那其实这样的风格呢也被很多开放源码专所采用，那不过 Linux kernel 是比较传统的啊，然后所以这个地方是跟 Linux kernel 不同的啊，那但是底下呢就跟 Linux kernel 有很大的一同了啊，首先呢就是每一行呢控制在80个字元啊，那如果说呢你写程式呢一行呢太长的话怎么办呢，要拆分成多个行啊，好，然后再是呢 switch 呢是这样的啊， switch case 是这样啊， switch case 对起来的。哎，对，不要我怀疑，你以前可能 switch case 呢，那个 case 呢是缩排的，啊，往就是缩啊，但注意啊，这边来讲，当然对齐了。那为什么它是这样子对齐呢？啊，这一样，这是一个学问，这是一个风格啊。那注意到呢 ，KNR 那个年代就是这个风格啊，所以我们这个其实 Linux 很多时候呢，它很崇古啊。那当然，这个东西呢，
我们之所以这样要求，其实也是为什么？为了协作，为了让各位衔接到 Linux 核心的开发更顺利。它不见得永远是最好，但是它是很多开发者们的共识，很多开发者们协作的一个基础风格啊。所以我希望呢，与其呢你去纠结于这些风格跟你平常的惯例有不同啊，不如什么开放心胸去接纳。哦，原来kernel开发者，原来那么多开放原始码是用这个风格的啊。好，然后呢，再是什么？这个大括号啊，这个大括号，这个大括号呢也叫花括号啊，那个跟空白啊，那这个你要这样子写啊，注意到啊，是这样子啊，这个啊放在这里啊，不是放在下面啊，那 else 一样啊，放在这旁边啊 ，do 放在哪里？放在这里啊，然后 while 前面有个什么？有个大括号，那但是呢，有个特殊例子怎么去函数啊？函数的话是这样啊，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呢不是放在这个小括号旁边，不是啊，所以你看啊，平常的时候呢是小括号旁边这个啊，这个叙述的，但是呢作为 function prototype。Function definition 啊，就要写放在哪里啊？这边啊，然后呢，再是尽可能去降低空白行的数量啊，因为这个东西最主要的思维是什么呢？这东西最主要的思维呢，就是一旦呢没有用的那个就是无效的空白拿掉之后呢，你可以干嘛？你可以拿来写更多的注解，对吧？啊，而且让程式码更精简。我们写程式呢，并不是要。算什么行数啊？你注意到了，那个上个世纪的确有些公司，比如说以前 IBM 啊，的确他们衡量一个人的考级，的确是看程式码的行数啊。但现在不一样啊，我们要是写出更精简啊。所以看啊，像前面呢花了很多心思跟大家讲这什么，解释这个 Linux Torvalds 什么，他的理念啊，包含说他的有品位程式码，对不对啊？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引导大家去写出什么更精简、有效的程式码啊。好，然后呢Linux 核心的风格呢也会体它对于空白也会体现在一些关键字啊，注意到啊，size of 它不是function，它是什么，它是 operator， 跟我一定是 operator 啊，它是一个什么运算值啊，然后呢这东西很多啦啊，有 size of， type of， align of， 好，反正就这些都是一些什么，都是一些关键字啊，它也可以是一些修饰词啊，修饰字啊，所以注意到啊，这个东西啊不要搞错啦。好，然后这些规则呢请你慢慢看啊。然后呢，像这个东西呢，这叫多此一举，糟透啦，对不对？好，这个空白啊、哦，就是它除了让程式码看起来比较肿以外，根本没有什么阅读上没有任何帮助啊、哦，请你避免使用这种程式码啊、哦。好，然后这些东西就看看，然后注意到啊、哦，命名就是简洁粗犷啊、哦，这个重要啊，就是像有些程式员他会。偏好这种风格，好像 Pascal 啊 ，Pascal 就翻译就有这种风格，什么 This variable is a temporary counter 啊，这东西呢就怎样，就只能说可爱啊。那新人开发怎么讲？哎，既然 temporary 我就用 temp 对吧 ？TMP 啊，好，然后呢，当然你也不要滥用什么 AABBB 啊，知道？就 AABBB 这种命名又怎样？又只是增加困扰啊。所以呢，其实你要看情境，哎，这个东西是 temporary， 我们就写 temp。好，那这东西呢？如果它指的东西是一个 counter 啊，那你就写 counter 啊，就是这种啊。然后呢，有些命名方式呢是摧残大脑，拜托死也不要用啊。像这个匈牙利命名法啊，这个匈牙利命名法呢有很多很丰富的故事啊，请你自己慢慢看这个 Wikipedia 上的描述啊。那这个东西呢，注意到啊，过去呢像 Microsoft 还有 IBM 啊，在20-30年前呢很崇尚这一套规则啊。这套规则呢，听起来像深奥对不对？好，打开之后你就发现它其实是一个。真的是糟透的东西了啊！好，这东西有多糟呢？给你欣赏啊，就是说呢，比方说呢，一个变数，我前面呢就给它什么，就给它一个形态啊，比方说 non integer 前面加个 l 啊，然后呢，如果说它是一个由八位元无号整数构成的一个阵列，我就写 arru 八啊，对不对？糟透了啊！所以呢，过去为什么会有这种匈牙利命名法呢？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30年前或者更早之前，当时的 IDE 整个开发工具很废啊，它没办法去。没办法移到那个变数上面就知道它是什么形态，但是现在来讲的话，绝大多数像样的 IDE 啊，包含说我们讲的那个 Visual Studio Code， 对 ，Microsoft 发展那个 VS Code 啊，好，或是 Eclipse， 反正就很多啦，不管是开放原始码或是要钱免钱，其实绝大多数都可以做到什么？做到说侦测，依据你目前 editor 的内容，侦测到特定变数它的形态啊，所以。过去匈牙利命名法的确在30年前的确是很红啊，因为当时的 compiler， 当时的 IDE 很废。所以当时呢才会有这种东西出现，但是呢不要忘记了现在是21世纪的啊，其实绝大多数的像样的 IDE compiler 都可以有效的去分析
它的形态，而且是非常精准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往往它不有任何帮助，而且会迷惑城市开发者。因为城市开发者如果看到说，哦，这个东西什么？这个东西是，就是如果你不想写错了，对不对？比方说 A 是个 B， 你不想写错了，它可能只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你看到 B， 你就想，哦， B 是什么？ B 是布林代数吗？还是 byte？ 你看这边来讲是 byte， 他是说，哎，可是我觉得布林代数0跟1各就是占一个 bit 这种东西的，应该也用 B， 对吧？那这时候就遇到困难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其实一直到今天都还有人在用啊。但是，请你不要在 Linux kernel 里面用这个，因为 Linux kernel 不需要这个啊。这个是过去的，这个就是不是崇尚历史了吗？这是过去的这种不得不为之的啊。甚至呢，我那时候看一个访谈哈，就是讲这个发明这个匈牙利命名法的这一个工程师啊，他当年很后悔啊，他当年只是一个，你知道吗？他只是一个风格啊，那没想到被 IBM 啊，被 Microsoft 那么广泛的使用啊，所以导致呢，某一些 SDK 一直到今天都还有这种脑残的命名法啊，摧残大脑行为啊。好，然后呢？你可不可以好奇啊？说为什么我们只是一个作业，有必要这么自虐？有必要搞那么复杂吗？为什么我跟助教啊，还有跟其他的同学们，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让这种自动评分、自动判断，还有检查各位 commit， 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力气做这件事？其实真的蛮花力气的啊！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啊，现在想就是说，不只是你的程式有可能会获得巨大的采用啊，而且你要想就是你即便是一个人写作业，但是有了 GitHub， 有了 Git 之后呢，其实变成三个人，过去的你，现在的你。未来你对不对？因为从此就没有觉得很，我应该要做什么？要做得更好，对不对？ Do something better 啊，所以来吧啊，所以请你呢做好这些必要的准备啊，做这种素养啊。那底下呢，像这个 Git hook 啊，就是说明为什么它会什么，说明为什么可以自动评分啊，自动检查啊。然后那再来是呢 commit 学习呢，请你务必认真读这一段啊，就是你应该写出什么，写出一个有。就是有充分讯息的、充分资讯量的这个什么、充分资讯量的这个 commits 啊。好，然后呢，这边就有些规范啊，那就也帮大家准备好这个对应的翻译啊，所以请你认真看啊。然后呢，我们的 git commit hook 也会去检查啊，就比方说限制只能用50资源啊，所以就会让你想办法写出什么，写出精简、正确词啊，所以你会花很多时间去干嘛？去研究语法嘛，对不对？好，所以比方说呢，你看哦，像这个，好，比方说你看这个 commit 啊，这 commit 的话就是，哎，你看我一开始有一个简短的嘛，简短的标题啊，但是内文，你看，哇，这不是程式码的吗？这个都是什么？这都是说明我那中间做了什么事啊，因为它是一个很庞大的修改啊，所以我有必要去交代哦，里面做什么事啊，哪里里面有什么考虑啦啊，比方说这里面有整个 LeetCode 的哪一个题目啦，然后这再是呢，可能某些架构，比方说 on 的那个64位 on 呢，我们可以遇到一些未知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就列出来啊，那希望有一天呢，我们可以去克服啊。好，那所以你看到，我希望呢，你写的 commit 就这个啊，然后注意到呢，你之所以写这个 commit 呢，其实也是让人家好好观察你啊，所以它不是刚才同学问到说。做这些 commit 是不是让程式码更好懂？不是啊，很多时候是反而是让你更好被其他开发者所察觉啊。你看，我刚才讲过了，人在做 ，Google 在看啊。其实现在来讲话呢，有很多公司，它可以在还没安排面试之前，就透过 GitHub， 透过这些网上的一些动态，理解你是怎么风格，你做什么事啊？那所以呢 ，commit message 真的是很重要，了解一个开发者是不是好的合作对象啊？我们知道今天呢是一个打群架时代，打群架不是说呢一群人去围殴一个人叫打群架，不是。我们讲的是分工，我们讲的是能不能去理解别人的长处，知道自己不足啊，知道怎么去跟别人这个合作啊，那截长补短啊，诸如此类这种啊。那所以其实需要规范啊，所以特别强调我们在课程说明有讲过，我们这门课不是来找黑客的，而是什么？而是找一个工程师，工程师的专业生涯里面，真正在 coding 只是一部分。很多时候呢，反而是什么沟通、思考、进修、阅读、讨论，还有什么呢？还有接受他人批评啊。所以这其实这都是工程师的日常。那我们就希望我们在这门课孕育出来的就是一个工程师啊，而不是只是 do something 的人啊，那就是。Do something wrong, do something interesting 啊，这不够的啊。好，然后，好，底下一些说明啊。那注意到这个啊，那因为呢，我们会用到这个 GitHub Action 啊，所以请你务必呢，务必什么？务必
使用这个 GitHub Action 打开这个设定啊。好，那这个你才会收到这个 email， 然后它这样去跑啊。所以比方说像刚才那个 email 的话，你会收到这个 email 通知，你看这是我的 email 的一个 Gmail 的一个萤幕截图，好，那你就看到哎，这个是什么，就是 GitHub 寄过来的通知信啊。那这通知说哦，这个有些工作呢没有成功完成啊，虽然 coding 实在是对的，但是啊，哎，这个东西就失败啊，那就可以点啊，就是点下去啊，那就可以从这个 Gmail 连到这里啊。那所以最大你在写这个作业过程中啊，请你务必呢把 GitHub 设定成你常用的啊，因为就是我刚提到的啊，我们做 code review， 我们做自动评分，其实都会把这些结果通知到你所注册啊，你注册所用的这个账号啊。好，那底下呢就是一个示范啦、啊，比方说你去尝试去做一个 size 啊，那这边来讲的话，你会看到 list for each，list for each 是什么呢 ？list for each 就是刚才提到的 kernel 什么 ？kernel 的这个 API 啊，所以呢，所以你就要去搭配看那个 kernel 的 API 啊，啊，这个自己去查哈，哎、啊，好的，这边其实有 list， 好，所以你看这边有简要的说明啊，就说哎，这个东西是什么啊？其实它是一个 for。啊，那说为什么要写成 for each 呢？啊，那其实就可以提升程式码的这个容易理解哈、啊。所以说呢，你每次都要写这么长的东西呢，而且每次都要去揭露这个 nest 啊，那很容易的，很容易就是揭露过多资讯啊。那反过来说呢，你用 macro 把它包装起来，虽然乍看起来是一个样啊，但是你的思维这样更容易思维的。我呢给定的资料在这里啊，就是叫 head 啊，就是我指向这个 linked list 的开头，对吧？啊，然后呢，我每个东西呢是一个 iterator 啊，对吧？干嘛去看？哎，我每次走访个节点的时候呢，我就 len 啊，这个 length 这个变数呢，我就什么加啊，所以我走访了几个节点啊，我的长度就是多长啊。好，那你看到哎，打 make check 的时候呢，哎，的确是可以，就是虽然没办法完成这些执行，我们做一次给大家看吧。list q 点 c size。好，所以比方说呢，我们这边来讲话呢，好，我们写了这一段程式码，好，那这段程式码呢，你打 make check， 好，虽然呢你还是没有通过，好，没有通过是因为后面的那个那些操作没有做完啊，但是显然呢，哎，显然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好玩的地方是 size， 好，哎，等一下，我现在有一段程式码没有写好。一击哦，糟糕，忘记加了，好，没关系，现在加。所以其实这个作业很有趣啊，就是一边讲一边改啊，就是我们希望呢每个学期每个月都有新东西给大家啊。好，那你看到、哦、如果呢我们这边有一个 size 啊，哎，你知道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哎，的确刚才那段程式码被执行到了，所以它可以回报你 q size 等于什么 zero 啊。好，那所以这一段程式码的确什么？的确。执行到了，因为它就回传一个零。那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当我在执行 git commit 的时候呢，那又出现了跟什么？跟你说，同学，请你认真读 coding style 啊，做出一个可以跟他人协作的良好习惯啊。所以呢，就是要干嘛？去执行这个啦啊，来再执行 commit。哎，好棒，对不对？那这次可不可以执行啦、啊？哦，哎，可以了，对不对？啊，就类似这样。好。然后再来是我们会用到动态分析，好，前面讲 CV check 是静态分析，那这边会介绍动态分析啊，这个 Walgreen 啊，然后呢，请你自己阅读底下的说明啊。那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 Walgreen 呢，其实它不是只是拿来检测记忆体的，像 memory leak 啊，它是一个很完整的工具，我们称为叫做 instrumentation 啊，这个啊，这个东西这样的东西其实是很复杂的东西啊，它就是个 DBI 啊。Dynamic Binary Instrumentation 啊，这个东西先讲的 instrumentation 啊 ，instrument 这个字呢，其实很难翻译成一个单一的汉语啊，其实要看情境。比方说我们讲那个仪器啊，像有一家公司你一定有听过叫德州仪器，德州仪器呢缩写叫 TI， 那个 I 是什么鬼？就是这个 I 啊 ，instrumentation 啊 ，instrument。好，然后呢，所以 instrument 可以当仪器，然后呢，在特定情况下呢，它也可以当做一种那个乐器啊，或者说某一种器材也可以叫 instrument 啊，那。我们把这个 instrumentation， 我们把 instrument 作为仪器，当做一种器材的意思延伸之后呢，啊，就可以用在电脑科学啊。所以在电脑科学里面呢，会把这个 instrumentation 呢延伸成一个意思，是说呢，我在程式码的执行的时候，我安插一些特别的程式啊。比方说，我想要知道说一个程式执行的时候呢，它的 cycle count， 我想要知道说，哎，个别的 function
花了多少时间。好，那所以呢，你往往可能需要一些作业系统的资源能够做到。好，但是如果说作业系统不支援这件事，没办法让你提供一些好用工具可以去分析每个functions的时间怎么办。好，没关系，作业系统不支援，我就自己来嘛，来统计。好，所以这个我们讲这个 DBI 这个 I 呢， instrumentation 呢，就是用安插一些特别程式码。好，那这个特别程式码呢，如果呢它在编译时期安插，我们就是称为叫 compile time instrumentation。那如果说呢，在执行时期动态去安插，我们就称为叫 dynamic binary instrumentation。那 wargreen 就是这样东西，它是 DBI， 它是执行时期动态安插。那这里面可以做很多很强大的事情。它除了去检查 memory leak 以外，你看啊，它这个网页特别讲啊，它不是抓 memory leak 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的功能啊。其实你想，就是我有这么大的功能之后呢，我可以干嘛呢？我可以在执行的时期呢，把某些function换掉。我如果发现了某些function呢，它太花时间了，或是某些function呢，它就是太频繁了，所以我可以干脆怎么把这个很频繁呼叫的地方呢，把它移动啊，移动到对 cache 更友善。对机体操作好，或者对流程更友善的地方好，你可以去动态去搬动特定的那个机体的那个位置好。那这以外的话呢，你还可以去安插一些额外的程式码好。这个安插程式码就不是只是测量时间那么单纯好，你可以干嘛？你可以去记录像什么系统呼叫的开销啦好，甚至呢你去安插一些记号。一旦呢你像那些 buffer overflow 好，像这种东西好，就是你一旦发现呢有可能有 buffer overflow 的时候，你可以及早预测，你不用发生 buffer 当下才知道一切为时已晚，不用，你可以在机体安插一些记号，看到这个记号有没有被人家跟动，对吧？这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说，就是你小时候可能有这种经验吧，对，就是你妈妈说，哇，这个什么，这个蛋糕是爸爸的生日蛋糕，可是爸爸现在还没下班，所以呢，那个什么，要等爸爸下班之后呢，这个蛋糕才能打开。但是呢，你就是嘴馋嘛，就想吃嘛，对不对？所以嘛，就偷偷打开那个蛋糕，然后把其中的奶油沾一下啊、然后呢，然后又把那个樱桃吃了一个啊、然后它可能是什么上面有那个什么，有水蜜桃啊、又挖了一口啊、但是你挖了一口之后呢，干嘛？要粉饰太平嘛，给它摸一摸，挪一挪，对不对？啊、有可能会干这种事情。好，那但是呢，如果妈妈呢就做了个记号，什么记号？哎，打开封口的时候有个记号啊、那时候的排列的时候呢有个记号啊、所以他一下就抓住，这个是不是你偷吃这个蛋糕啊？没有乖乖等爸爸回来，对不对？好，就相当于这种功能啊。所以注意到啊，这个东西呢，我们在之后的课程也会讲到啊。那注意到呢，在 Linux 课程呢，它有类似 wargreen 的东西啊。显然 wargreen 是它是一个通用东西啊。但是 Linux 课程有个类似的机制啊。那这个机制的话，你可以去参考下面的论文跟一些报告啊，还有一些导读啊。那其实都蛮好的啊。在 Linux 课程也可以做到类似，就是动态去修改一段程式码啊。注意到你没有听错，这是真的可以发生的啊。那你可以啊这。就是如果你太有兴趣太好奇的话，你可以来找这个 eBPF 好，这个啊、哦、那这个可以对照看我们一个讲座叫做 Linux 核心设计透过 eBPF 观察 Linux 客户的行为啊、哦、然后呢这里面呢就有讲到这个动态追踪机制啊、哦、那其中有一部分呢就是去动态安插一段程式码，只是这个动态安插程式码刚好就在什么，刚好就在 Linux 核心里面，所以你可以去设想，我可以动态安插一段程式码，我可以把它植入在TCPIP 的 stack 里面，我可以放在档案系统里面，我可以放 schedule 里面，我可以放在好多地方，所以我就可以去观察它行为，观察封包的行为啦，观察排程的行为啦，观察这个我们在机体存取的行为，诸如此类。然后更酷的地方是什么呢？你甚至不需要重新编译 Linux 核心程式码，你可以对一个活生生的作业系统去观察。好，注意到你很可能没有理解这件事的难度，因为不是每个作业系统都可以活生生的被观察。要能够活生生被观察，需要做很多基础建设。但是很幸运的，身处于在21世纪的你我，有机会见证这件事。好，那这个 wargreen 呢，也是为了让你去了解啊，这些21世纪的技术怎么进步啦啊。那这边有，当然它还是可以做机体的那个memory leak 分析啊，所以请善用这些工具啊。然后除了这以外的话呢，还可以干嘛？还可以搭配这个东西很厉害啊，叫 massive 啊，这个搭配 wargreen 啊。所以注意哈，massive 是一个那个 wargreen 的一个搭配工具啊。整个框架叫 wargreen 啊，然后呢，它其中有个工具叫 massive， 那这个东西可以干嘛？可以视觉化的去展现说这个机体开销啊。你过去呢，很可能只能侦测说使用前、使用后啊，现在不用了，你过程中都可以侦测。你说这东西有没有用？哇，这东西大大有用啊！如果呢，你以后有机会去开发一些对效能、对同时上线啊，就是讲更白话一点，就是假设你今天服务的人啊，就是你写出来程式要给千千万人用啊，像这种工具呢。
用得到机会很大啊，因为你要知道，你写出来程式呢，不是只是说使用前跟使用后的差别而已啊，那个太粗糙了。我们要是时时刻刻中间的过程啊，而且呢，如果说你到了一些像这个台湾的这个联发科技啦啊，联咏啦啊，然后瑞昱啊啊，这些台湾的知名 IC 设计公司工作啊，你很可能有一部分工作就来真正的就是做这些就是强化机体的操作啊。好，一样呢，这都是需要对工具有很大的熟悉啊，所以请你也是花时间去理解它。好，那接着呢，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有给大家看过了自动测试程式啊。那自动测试程式呢，其实要想的事情很多，我们刚才前面有讲，花很多时间讲 signal 啊，但事实上呢，还要考虑议题很复杂啊，所以这边有说明，请你慢慢看下去啊，说为什么它可以做到自动评分啊、自动分析啦啊，诸如此类啊，所以请你慢慢看。好，那不然说像什么 signal 使用啦啊，其实一样啊，请你花时间慢慢看啊。然后还有什么 say jump long jump 啊这种，然后这边也有解释说那个命令直译器啊，就是说那刚才那个 Qtext 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有趣味的功能，对吧啊？就说为什么它输个命令它可以做特定动作啊？这个就是去探讨，我们怎么去写程式啊，而且怎么做出一个模组化啊，易于扩充的那个程式啊。然后再来是一些流程图哈。好，然后呢，这个作业呢，我们还要求你去思考一件事啊，就是说，你原本的这个作业只是操作一个 linked list 啊，那有没有可能呢？我们给大家一个作业，就是给大家一个扩充啊，你想用这个扩充什么呢？就是说，我这个扩充里面呢。好，我这个命令里面呢，除了原本的命令以外呢，我加一个东西，哦，好帅哦！你加个 web 啊 ，web 可以干嘛呢？来看看 web 啊，然后看到 listen on port 999 1999啊，那是个这个什么鬼的 1999啊，就是 port number 啊 ，port number 来干嘛呢？比如说这台机器呢，叫做，你看好酷、哦、对不对？普优嘛，对啊，不好意思啊，被我注册掉了哈。好，像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你把那个 port number 输进去啊，比方说9999，好。当我输9999的时候呢，他在干嘛？抱歉，还没按到。好，然后当我输9999，你发现什么？这个东西叫什么？这个画面叫做 web browser。然后这个东西呢是什么？它是 web server 啊、哦，它的确呢收到来自 web browser 的 request 啊、哦，所以你看到，我从这个 IP 地址啊、哦，我接到这个连线啊、哦，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在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想让大家去整合一个 web server。但是呢，你不需要去，你不需要去特别的去设计一个新的 web server 啊。我们给你一段程式码叫做 tiny web server 啊。那这个 tiny web server 呢，这个程式码呢，它其实它的也是启发自 CSAPP 啊，就是我们这门课受到很 CSAPP 很大很大的启发啊。然后所以就是说呢，CSAPP 的第11章、第12章啊，其实都跟 web server 的撰写有关啊、哦。那你看到、哦、这边来讲，他就讲这个就 CSAPP 啊 ，Computer System 啊 ，A Programmer's Perspective 啊。然后所以呢，你看到、哦、这边来讲的话，就是教你怎么撰写一个 web server。那这边呢，就相当于是要求你呢去修改 lab 资源啊。然后呢，我们前面不是有提到那个 signal 啊、哦，这个 signal 呢后面就用不到啊、哦。那所以呢，就是带着大家去尝试呢，就干嘛？尝试要求去把这个功能实作出来啊、哦。这个我刚才讲的功能是。本来是没有的，本来给你的程式码是没有的啊，但是这边就给你一些提示啊，告诉你，我该怎么去做啊？那底下呢就是这个常数时间的分析啊，我们就有些操作呢，就是当我在做那、这个，当我在做这些操作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做一个 testing，check out testing， 好，然后。我要把好，那想想看哦，就是我们在做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就是它一直在印出这个讯息啊、哦。这到底印什么讯息呢？就是去分析，我特定操作呢，它是符合常数时间啊、哦。注意到这个东西啊、哦。这个东西呢，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它去依循这篇论文啊，去判断我特定操作是不是符合常数时间啊，常数时间的复杂度啊。那这个东西呢，就涉及到基于统计。那我们前面有提到啊，就我们在课程说明的时候有提到，就是这门课呢，理论跟实作呢，我们不会认为说这两个东西是有冲突的啊。在台湾很多有偏见，就是说，认为一个人实作很强，理论就很废啊，或者说一个人理论很强，实作很废。事实上呢，两者强的都很强的人比比皆是。你自己想 ，Linus Torvalds， 他实作废话当然强，但是。他理论你会觉得他会弱吗？不可能啊，对不对啊、哦？他如果理论很弱的话 ，Linux kernel 早就是不堪一击的东西，但显然不是啊、哦。所以呢，这种人呢，就是
理论跟实作都强的人比比皆是啊。反过来说呢，像台湾这种偏食啊，或者说这种偷吃不的啊，这往往是限制我们迈向就是在迈向专业的步伐中一个很严重的绊脚石啊。好，那总之在这边来讲的话，就是要求你去读这篇论文啊。那我们今天做重点提示，当然你要自己还是要去读了啊，相关的这个材料自己去读啊。然后这里呢，我也希望让大家了解这个什么，了解这些基统计的基本概念啊，因为我们之后还是用得到的啊。然后呢，里面呢也会有什么 lab zero 里面怎么去做这件事啊，然后它的相关的分析啊，请你花点时间慢慢读书啦啊。然后最大呢，这篇论文里面呢可能会有些错误啊，那所以你阅读过程中如果发现有些错误呢，就提出来讨论啊。那好，那这边接下来是做要求。做要求的话呢，就是希望呢你先从这个 GitHub 上 fork 啊，那这里有一些指引，还有相关的这些说明啊。那此外呢，就是你所有变更的过程中呢，都要好好的把 git commit mesh 写好啊。然后呢，因为这底层呢是 circular doubly linked list 啊，所以你需要呢详阅里面的手法啊，这也是我们第一周的教材啊。然后呢，你也可以尝试呢把 list 除了你自己写出来的 source 啊，你说我可不可以一开始就把 list kernel 的东西贴到进去？可以啊，啊可以贴啊，但是它不会跑啊，所以最好是你先做一次自己的 source， 然后再把什么 list kernel 的这个东西实作拿出来啊，拿去比较中间的落差啊。给大家一个提示，上面这个分析是否为常数时间里面呢，其实就有相关的工具啊，它就有相关的这个工具呢，叫什么呢？这个叫 DUDEC 啊 ，DUDEC 里面呢就会有这个 CPU cycle 啊，所以你可以善用这个工具呢去测量啊。那这边已经针对 Intel S86 还有这个 ARM 的架构去测量出相关的时间啊，所以你可以善用这个 CPU cycle 啊。那你可以去分析自己写出来的 merge sort， 虽然我们这边 sorting 呢是 stable sorting 啊，所以你应该要用像 merge sort 啊。那当然你也不能时间复杂太高，你如果用那个 insertion sort 时间复杂太高啊，都会出错啊。好，然后呢，那你就可以去要求呢，你可以尝试呢去比较这两者的差别啊。然后你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要培育的不是一个，我们不是在课堂上找黑客的啊，黑客呢他总会在某些地方出现啊。我们今天要培育的是货真价实的工程师啊，所以呢我们写程式只是我们其中部分，参与讨论，写文件，接受他人批评啊，这都是我们要做的训练啊，所以这个就需要你把这个开发记录、开发想所见所闻所感，清楚的把它描述出来啊。那此外呢，就像刚提到啊，需要你追加一个 Web Server 的功能啊。那这边已经有一些参考素材啊，然后再一次解释刚才讲到的 Select 啊这种系统呼叫。好，那技术呢，你应该在2月12号的下午3点刷新这个页面啊，然后重新 fork 啊。那这个作业的缴交时间呢是在2月28号啊，那你可以去观摩这个作业啊，你可以观摩去年的、前年的啊，甚至更早之前的啊，就是这些课程啊。好，那讲到这边呢，我想就是让大家体会到啊，我们对于这种细节的重视程度，而且我相信唯有我们对这些细节的重视程度的重视，对这些开放源码工具的掌握，以及你在整个思维态度上的转变之后，你才有办法面对 Linux kernel 这样一个庞大 moving target 啊，能够真的在能够做一些事啊。好，先到这里，谢谢大家。